好，各位，我们马上要开会，请各位媒体朋友，我们好，回到位置上面，谢谢。嗯，按铃。报告委员会，登记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8日星期四上午9:03至14:37，地点本院清仙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陈欧珀委员等12人，内席官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瑞昌、中央银行副总裁杨金龙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赖召集委员释保。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保险法增订第136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7人拟计保险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保险法增订第136条之1条文草案案等3案。二、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证券交易法增订第44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证券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证券交易法增订第44条之1条文草案案等3案。三、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银行法增订第22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银行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委员协议人等17人拟计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银行法增订第22条之1条文草案案等4案。四、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期货交易法增订第56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期货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期货交易法增订第56条之1条文草案案等3案。五、审查本院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信托业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信托业法增订第3条之1条文草案案等2案。六、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第3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第3条之1条文草案案等3案。七、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第5条至2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第5条至2条文草案案等3案。八、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拟计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第3条至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计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第3条至1条文草案案等3案。九、审查本院委员宜婉如等18人拟计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第32条至2条文草案案，经委员证明中宜婉如、赖世宝、徐艺人等人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回应委员提案后，既有委员吴秉睿等15人提出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执行答完毕；二、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一议周内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四、委员宜婉如所提金融科技业者相关意见资料，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议：一、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委员赖世宝等20人分别拟计保险法增订第136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7人拟计保险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等3案。二、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委员赖世宝等20人分别拟计证券交易法增订第44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证券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等3案。三、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委员赖世宝等20人分别拟计银行法增订第22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银行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委员徐艺人等17人拟计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等4案。四、审查本院委员证明中等17人，委员赖世宝等20人分别拟计期货交易法增订第56条之1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计期货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等3案。
五、审查本院委员伊万如等十六人拟具信托业法正定部分条文草案案，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人拟具信托业法正定第三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二案。六、审查本院委员郑明忠等十七人，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人分别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正定第三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伊万如等十六人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正定部分条文草案案等三案。七、审查本院委员郑明忠等十七人，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人分别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二条文草案案，委员伊万如等十六人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等三案。八、审查本院委员郑明忠等十七人，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人分别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第三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伊万如等十六人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等三案。九、审查本院委员伊万如等十八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第三十二条之二条文草案案。以上第一项至第九项共二十五个法案提案，及本院委员赖世宝等人所提修正动议一案，委员伊万如等人所提修正动议九案，委员陈赖素梅所提附带决议一案，今尚未审查完竣，另择期继续审查。通过临时提案二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一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讨论事项：一、会总整理提出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草案提报宴会案；二、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今天议程有审查一百零六年度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草案，好，是我们经济委员会已经完成审查的部分，以及海关进口税则两项。我们先进行审查总报告草案的审查，再进行海关进口税则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审查总报告草案。宣读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草案：一、审查缘起；二、预算编制政策方向及原则；三、重要内容。以上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草案第一页至第十一页。四、审查经过及总结果，请委员参阅审查总报告草案第十一页至第十三页。本案经本院议事处一百零五年度十月三日以台历议字一零五零七零五零三六号函，请财政委员会将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括弧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应分配表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员会审查，附将经济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计所属、司法院及所属、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等机关陆续函送至一百零六年度单位预算刊物表，函请各相关委员会并案处理，并由各委员会之召集委员担任主席，函请各有关机关首长列席说明答复委员质询及提供书面资料。本案经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内政委员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弃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尚未将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自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外，尚于经济委员会已提出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由财政委员会综合整理，并于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后，完成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总报告。现将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分别详列于后，提请讨论外之有应先行说明者如下。一、税入部分，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原列税入总额为一兆八千四百五十六亿五千五百五十五万六千元，审查结果增列一亿三千三百一十六万三千元，减列七十五亿元，增减户底后计净减列七十三亿六千六百八十三万七千元，括弧详见表六表七。经依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均暂照列，视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入总额暂改列为一兆八千三百八十二亿八千八百七十一万九千元。括弧市院会审议通过后，再由行政院主计总处依照各款项目分别调整计列。
二、税入部分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原列税出总额为1,979,9552万元，审查结果共计减列7,167,000元，括弧详见表六、表八。自因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国库增拨额等均暂照列，是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出总额暂改列为1,979,2385万3千元。括弧市院会审议通过后，再由行政院主计总处依照各款项目分别调整计列。三、融资裁员调度部分。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融资裁员调度部分，编列债务之偿还为740亿元，税入税出差短及债务之偿还合共尚需融资调度数2,263,3,996,400元，全数与举借债务予以拟平，均暂照列。四、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审议结果再行调整。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结果，税入税出总额如有差短及经常收支如有不平衡时，送院会处理。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暂照列，是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六、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正式别部分，随同税出机关别审查结果予以调整。表一至表八，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草案第14页至第22页。五、各委员会审查结果，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草案第23页至第241页。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总报告草案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针对审查总报告草案，我们做如下决议：一、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照草案通过，提报院会讨论。第二，有关内政、外交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7个委员会的审查报告，是该等委员会送达本委员会后，授权议事人员汇总整理。进行提报院会并案讨论。请问各位委员对审查总报告草案之决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接下来我们进行海关进口税则审查，请财政部许部长报告海关进口税则修正内容。部长请。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今天贵委员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诚邀列席，自感荣幸。本次修正系采世界关务组织发布之国际商品统一分类制度 HS 2017年版，确保我国海关进口税则分类与国际同步。另为了减少争议呢，调整部分税则号别之编排架构及修正货名。以下请就修正草案简要报告，敬请指教。修正内容分为几部分，第一个呢是配合 HS 2017年版修正的部分，我们增订、删除及修正1328项，主要是配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加强粮食安全管理的需求。化学武器公约列管物质之国际动态收集及资料比对，鹿特丹公约规定之危险化学品，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之持久性环境有机污染物等有害化学品及杀虫剂产品之控管，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对制造麻醉药品前驱物资贸易情形之监控。另因应科技发展及国际贸易形态改变，反映目前贸易实情等修正部分税则，例如扩大鲤鱼食用鱼杂税、远洋渔猎及热带树类等之涵盖范围，增订混合动力车及电动车等专目。二、有关于税则税率配置采中性转换，税率原则维持不变。对于税率不一之数项税号转换合并成一项税号时，合并之税则号率税率采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之方法，并参据专业主管机关意见订定。产业主管机关意见订定，
本次修正涉及数项税号合并成一项税号者24项，其中采最低税率者5项，贸易加权平均税率者2项，最大贸易值税率者17项。第二部分是有关于减少征纳争议修正的部分，增订删除及修正93项，主要是为符合 HS 分类架构、HS 原意及配合国内法令变更调整部分税则号别之编排架构，修正部分税则号或名、分章名及增注，以减少征纳争议，另配合电影法及广播电视法删除电影事业及广播电视节目供应事业许可制的规定，修正税则第85章增注6规定等。第二个是增订田姓之合籍人及苦姓之合籍人税率比照现行去壳田姓人及去壳苦姓人税率订定部分，涉及税率调降，预估关税损失约新台币340万元。修正结果及效益，本次增订删除及修正1421项，其中列注、章注、目注及增注规定异动59项，税则号别异动1362项，将使我国商品分类、进出口贸易、关税等统计资料除符合国际最新规范，有助加速国际经贸谈判，落实追踪监控国际组织或公约所要求的粮食安全、环保生态及管制化学品等货品之国际动态，并利于海关执行税则分类事宜。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及支持，谢谢。好，谢谢许部长。我们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开始询答，先做如下宣告：每位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得延长2分钟。我们上午10点截止登记。接下来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忠委员质询，曾委员请。谢谢主席，麻烦请许部长。部长请。哎，曾委员你好。部长好，今天的议程主要审查进口税则。那这一次的修正重点呢、是主要是比照国际上的规范进行国内税则的相关修正，基本上我没有意见。接着跟您请教相关的问题。依照今天的媒体报道，说财政部会在明年3月底前要提出税改方案，为了拼经济，尤其川普上来之后了，要进行一系列的减税。英国的政府也做相关的政策的提出，也会修正相关的减税。那这样的报道是不是事实？各位报告，那我们草案呢、应该是说5月才会送到立法院。那5月会送到立法院，但是3月可能会就会报到行政院去。应该不会那么早。不会那么早，因为委外研究了，他4月下旬才出来。那你什么时候会报到从财政部报到行政院去？大概应该是大概5月初或者4月底。那你这样5月份是5月底要送到立法院来？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因为当然这中间过程呢、我们要跟各界说明，也包括跟委员来报告。那您会确定说你送出的法案，那行政院都不会改？因为你5月初送，那5月底就送到立法院来。你这个程序，您这么做有把握，行政院不会做下，不也需要行政院也需要审查，也要时间呢、对，我们是这样子的，跟委员报告之前，我们当然呢、就是等于整个架构一定都要先报告。OK， 好，那具体的方向啊，您当然您一定会讲说具体的内容还不确定，对，但是至少涉及的税目总确定吧。比如说涉及到营所税，当然，对，应该会有营所税、中所税也会涉及到，对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税目？证交税应该不会在5月份的时候不会。那是您是不调，还是以后才会调，还是更前面会调？证交税目前我们上次，金管会主委啦，我们有见过面。他提到2项，其中有一项是关于鼓励课税的部分，当然就并到5月份来提出来。对，那个是当冲的证交税部分呢、
我们年底之前你会评估。OK， 正交税要不要降，或者当冲要不要降？我已经做成主决议，要求您必须去做委员研究，希望研究的结果是希望能够看得出来，在台湾买卖股票的交易成本跟邻近国家，比如香港、新加坡做一个比较。我真的不希望说，哎，谁说政策上说要不要降，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当然你会讲说你是考量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还有相关的税务行政，还有租税公平，但是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拜托部长要依照主决议，您要有法据，你最好要有法令依据之外啊，你要有数据当基础。我希望你要尽快委外做研究，不然到时候你送到立法院来，那你怎么说服所有在座的委员？你要有比较的数据，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委外的部分尽快委外做研究。好，好，我们会来。那营所税的部分主要是哪一部分？营所税当然主要还是牵涉到目前我们盈利税所税率是17%嘛，对，在全世界来比较算比较偏低的啊。那会不会调整？现在当然了，因为还在评估阶段，现在还不晓得。所以您认为现在17%是偏低的？对。那简单讲，不会往下降，不可能了，可以，可能会往上调，对不对？有可能，当然现在还不晓得。对，但是往上调的几率是高的，因为是要并同综合所得税一起来考量。因为你假定委员所讲的，你调高应所税，税收增加了，那我们希望尽量在一个税改的，租税改革的方案之下了，能够对租税的税收的变动能够最小为原则。对，所以初步的方向是应所税的税率可能会往上调，我说可能了，基本上是个方向。那另外您提到了，那中所税呢？中所税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中所税当然主要是鼓励的部分，另外税率部分我们也会来考量。税率的部分会是，因为税率现在45%嘛，对，45%当然是在全世界来讲是算中上的。所以您简单讲，税率最高的有边际税最高的部分可能会降到原来的40%。这个我不晓得，因为现在因为主要还要委外研究中嘛，那所以说我想这个委外研究单位了，他陆陆续续的等他启动报告以后了，他会陆续他自己的研究范围，他自己会发布，然后征求各界意见。这样对，所以基本上是，所以边际税最高的部分很可能是会往下调的，是不是这个方向？当然是有可能，尤其是说美国啦，明年川普政府1月22日上台以后，看他提的税改方案，这个当然对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对，所以你会参考美国的川普的这个税改的方向。对，最后当然是以他们国会通过为准了。好，那中所税除了可能边际税率45%往下调之外，还没有其他主要改革，你想改革的项目？当然主要是鼓励的，因为现在很多人提到内资跟外资这个税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所改动跟动。对，所以鼓励的部分有可能会进一步来调的，让它内外资比较趋于合理，对，这个方向。对对对 对。那还没有其他，比如说内举课除要不要调，或者是这一次的相关的。这次刚通过的纳税者权益保护法里面呢，基本的他的生活水平的部分不要课税，那会不会配合调这部分？那我想目前呢，有关于免税额扣除额了，大概目前我们现行制度了，事实上就会在碰到税率消费者物价指数上了3%的时候就自动调整了，那个没有问题。那你不配合消费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这一次修法通过之后，没不会做任何的调整？没有，当然也会调整，因为现在那个是整个配套方案，以后我们来看看到底税收调整怎么样。要所以说这次税改的幅度会相当大。是，那除了刚刚讲，还有没有其他的项目正在研议，可能会提出来的？因为鼓励的话，当然牵涉两对鼓励，牵涉两税合一嘛。对，
好，另外这个是有关税改的方案，另外跟你讨教有关财政收支方法，到底什么时候要提出来？财化法，财化法大概我们希望呢，大概明年年初啊，能够找各地方政府还有专家学者能够开座谈会，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有新的共识。那将来到行政院甚至到立法院的时候啦，才不会造成上一次的情况啊，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意见。那这样子的话呢，摆了好几年，这个也很可惜啊。您了解，因为财化法已经17年没有修正，是，而且六都啊，六都现在成立也已经6年多，那没有做任何修正的话，你看现在各级政府每一年的税出差短大概有3000亿到5000亿，那现在相对的各级政府的负债超过6兆3，那你也知道都是透过一般性的补助跟专案补助，那其实你看现在一般性的补助也好，专案补助也好，都是指定用途，指定用途的结果让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财政上的弹性了。是，那假设你看你现在想修的话，你预估你现在初步的想法已经出来了，那给你部长给你讨教主要的想法是什么？你要修财化法主要的修正原则是什么？当然了，我们中央会四处部分裁员，当然这个因为财政收支划分嘛，所以说也牵涉到行政主计总处那边的，就是怎么样对于支出，刚才所讲一般补助款啊、统筹分配税款这方面都跟主计总处有点关系了。所以说目前我们正跟主计总处啊做一个密切的一个协调沟通，希望大概年底啦能够有初步的方案，能够在明年一月初的时候啦找专家学者、地方政府来沟通。所以你主要的方向是整个扩大统筹的，是不是？主要是扩大统筹分配税的规模。对，另外我们也释出中央的部分税源这样的。那另外你会不会划一直辖市跟县市的分配基础？哦，这个会，这个就是大家认为是，这个也是大家的很多地方政府的认为的共识啦，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尽量朝这方面来做。另外会不会强化地方政府财政努力诱因的相关机制？哦，这个也会，毕竟啦，因为你再怎么分配啦，说老实话，有部分的地方政府，我们即使全部的中央收的税都给他，他连人事支出都还不够。没有错，所以我希望财政部尽快提出财化法的修正草案，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好，我们大概一月座谈会的结果了，我想我们会一个很好一个基础了，然后呢，大家有初步共识以后，我们一定会送到行政院，再送到立法院。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曾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黄委员请。谢谢主席，麻烦有请财政部徐部长、关务署廖署长以及卫福部食药署代表。好，部长、署长，还有我们食药署代表。哎，黄委你好。哎，部长好。我想直接哦就开始了，我不等他了。那个今天修啊海关进口税则啊的部分，那这个主要是配合啊国际上的规范，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啊，都赞成配合行政院法案啊的推动。那不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是部长你应该知道，我们海关进口税则大概是我国中央法规标准法里面啊法律条例通则啊唯一不以这个名称命名的。那我知道你们是从关税法第三条来的啦，以后法规的名称看要不要统一的修正一下，要不然这个名称一直没有修改，唯一存在的价值，我个人的评估是高考普考的时候啊考这个无聊的问题啊，除此之外啊没有任何、啊、的效益。来，我们那个我第一个啊要请教关务署的，因为我们上一次啊去基隆关去看有关于整个边关查验啊的作业的时候，那我对于我们的缉毒犬他们在查缉毒品的时候所发挥的功能啊，我个人是印象非常啊的深刻。那最近我们的调查局跟我们的海关这边大家相互合作，也破获了很多很大宗的毒品交易案。对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要给
我们关务署的同仁，那当然法务部调查局那边通通都有功劳啊，予以高度的肯定。我觉得行政部门事情做对做好，该给的肯定啊是绝对必要的。那我大概也去了解一下，现在海关缉毒犬大概服勤啊以及培训啊的状况吧。过去这几年你们在各关执行缉毒犬的数字，那培养犬只啊的数字，那还有平均缉毒犬他们缉毒执勤的时候啊，服勤的年限，我大概都调查了。那我之所以会去讲这件事情呢、啊，是因为说我注意到说，在2014年跟2015年的时候，你们海关缉毒犬最后的决算数，事实上都高于啊本来的预算数啊。署长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在编这个缉毒犬的预算的时候，是不是不足啊？怎么会编的好像编的不太够用？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缉毒犬这个整个是有在后里有一个培训中心，然后培训完了之后到各关区有一个管理中心，那这些费用都是属于缉毒犬里面的一些医疗啦哈，还有一些饲料啦哈，啊还有就是说管理中心的清洁，还有那个整个保全这些等等啊。那当然，我们编的都是很严谨的编的，但是事实上到最后都有被删这样的。不是啊，因为我看你们最后，譬如说在103跟104年度，你本来编1600万嘛，是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做了1800万。对对。那我相信你们这个应该也没有说福报的情况了。那因为缉毒犬在我们整个缉毒的作业当中扮演很积极的功能啊，部长，以后这个部分啊的预算，你在里面内部编的时候多支持一下，好不好？好，我想这一部分呢、啊，在关务署事实上它本身应该有一个优先次序了，所以这一方面呢、啊，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缉毒犬，另外一个弃烟犬，这个未来也是一个很重点。另外，甚至于我们接受那个国安机关那边的、啊。申报犬都有，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海关呢、啊、在这个训练。对了，我支持这些缉毒犬也好，弃烟犬也好，当然不是因为狗狗很可爱了，是实际上面他们扮演的蛮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以后部里面在这边预算的部分的时候，尽量多给予啊协助。好，谢谢。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哦，就要问了，就是说上礼拜监察院的调查报告，署长你看过没有？看过。那针对监察院对于你们提出来的纠正跟指责，你认不认同？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对于它里面的哈，可能跟我们它对于我们实务的作业上，不是啊，我现在先讲嘛哈，他对你一个很大的指责是说，除了你在整个查验没有标准作业程序，然后取样的方式呢，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做成。然后也没有相关啊的记录，除了这个指责以外，他另外讲的就是说，批发价1300多万的中国蒜头，结果你们用800多万的保证金就放行了，他这样子的说明对不对？应该是跟我们现在在执行是有法定的执行是有出入了哈。我们现在那现实上面人家讲的对不对嘛？现实上面你们用800多万放行没有错吗？因为我们用的是从进口的那些的这个输入的架构，对啊，我现在的问题啊，就变成是说，他用批发价，你用进口价嘛。那我现在问署长的是说，人家监察院讲的也不是没道理啊。他实际上面就是你要以他卖出去，他在市场上面可得的利润来看保证金嘛。那你以他进口价来当作标准的话，你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进一步检讨调整的必要？还是你觉得说你们到目前为止做的都没有错，监察院讲的胡说八道？我们这个部分是有跟农委会有协调，我们是有在检讨这样。不是，所以我现在就简单问你嘛，监察院对于你这个的纠正，你是觉得我们没有做错，监察院胡说八道，还是监察院讲的要有道理，以后要按照他的建议改正？我的问题只有这样子了。我觉得我们是要检讨了。这个要检讨嘛，好、哦、好，没有关系啊。我的意思是说，哦、在公务体系当中，做对了，大家给你们掌声；有错的就检讨。
那不要硬凹，我会觉得这样子一个健康的态度，即使你在过程当中有一些疏失，有一些错误，那你只要发现错误能够改正，大家都会给你们支持啊。来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连中国蒜头啊，在查的时候啊，就是到底是泰国来的还是中国来的，查起来可能都有一点状况。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辐射食品啊的检测的部分。那当然，原能会啊，之前说啊，他们除了针对于铯134、137测以外，那针对铯的部分啊，因为一测要7天的时间，那食品会腐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测试。但是我现在要请教一下，来请那个卫福部的来。现在你左手边看到的是食品中。然后原子层或放射能污染容许性标准，这个是你们一般给大家看的铯134跟铯137嘛？对，对。那右手边呢，是我们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游离辐射防护法。游离辐射防护法里面呢，第22条里面有要求主管机关必须要进行商品的检测。那因此定了一个商品辐射限量标准，商品辐射限量标准第2条的适用范围啊，包括饮用水。那第4条里面啊，它明文的就对饮用水里面贝塔浓度的限值每立方公尺1800贝克，那铯90浓度限值为每立方公尺300贝克。那这个标准有定出来，那但是我看了之前原能会他们的说明，卫福部的说明，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是说。就铯的部分，你们真的有按照商品辐射限量标准在进行检测吗？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于这个商品辐射的限量标准这个部分，全责的主管机关是原能会、所以那个委员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会后再跟原能会这边再做来。我跟你讲哦，我刚刚讲的那个母法第22条啊，他说。商品对人体造成的辐射剂量与有影响公众健康之余，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实施辐射检查或侦测。这有影响公众健康之余，这里的有关机关绝对是卫福部，没错吧？没错。那我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针对这个部分，因为有定标准出来，代表要测嘛？你如果没有测的话，定这个标准出来，那不是定好看的吗？现在我的问题很具体啊。你们针对商品辐射限量标准到底有没有在执行，有没有在测，还是到目前为止虽然写在法条上面，但是实际上面是从来没有测过？我的问题只有这样。目前原能会并没有会同我们进行这个部分的，所以是原能会的问题就对了。到目前为止，商品辐射限量标准里面所定的其他的气品跟你没关系，我现在在问的是饮用水的部分，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我关心的有两个，第一个事情是这里的标准跟你们另外自己卫福部里面所搬出来的标准，两者之间是不是合致？那第二个部分是商品辐射限量标准里面的标准，你们到底测过没有？按照你刚刚跟我的说法，是原能会从来没有会同卫福部要去测这个东西，我这样讲对不对？报告主席，不好意思，我修正一下讲法，就是说，这个部分目前在我们卫福部并没有特别针对铯的部分去做抽验，但是原能会它辐射侦测中心那边每一年对于市售监测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容我们会后再跟原能会这边做一个确认？好，我现在吼会后要请你补提的资料有两样，请你记一下吼。好，第一样，商品辐射限量标准里面跟你们卫福部所颁布的。食品中原子层或放射能污染容许量标准，两者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一致？第二个，按照商品辐射限量标准里面，针对必须要检测的事项，原能会现在找了卫福部测过几次，还是从来没有测过？如果有找你们测过的话，分别在什么时候测了几次，结果是什么？请会后啊，透过书面资料啊，来给大家看。那现在啊，按照我们上一次啊去基隆关的时候啊，你们报告的内容，现在你在这个日本的地图上面看得出来，是你们过去啊针对茶叶有微量辐射查出来的县市啊，我用红色的框框起来。
那现在大家所在争执的，包括了说福库西马、气巴，然后棍马等等，全部的五个福岛五县市，我中间的绿色的框啊，把它框起来。其实我现在看到你们之前就茶叶微量辐射检测的标准跟日本的地图 match 起来以后，我看的是蛮惊讶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清楚的 pattern？就是中间那五个绿色框的线，现在之所以没有测出来，是因为根本就禁止它进口。但是在它旁边的那些线，包括了埼玉、东京、神奈川、宫城、山形、长野、金刚，通通都有过去在微量的茶叶查出辐射的商品。那针对这样子啊分布啊的状况，卫福部现在目前啊，针对我们要开放福岛五个县市的食品进来，现在你们的政策立场到底是什么？是支持的态度、反对的态度，还是戒慎恐惧的态度？跟委员报告有关于这个日本食品的一个输入的一个调整的政策呢，目前还是在一个政策风险沟通跟这个风险评估的一个阶段，所以目前卫福部没有特定的立场，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公听会，我们跟所有的公民团体以及民众理性，大家透过一个理性沟通的结果，才会去做政策的决定跟评估。好，没有关系，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了。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不管是在这里的公听会，还是其他的场合，都还有进一步请教卫福部啊的机会。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睿委员质询。委员请。主席，麻烦请财政部许部长。许部长请。吴委你好。部长，你刚刚提到这个税改的时程，是我在台下听哦，这个一方面也很期待，但一方面也很忧虑，因为你知道吗，税改动辄社会关注的大事，是那谈到这个细节，如果没有完全研究成熟，内部还没有沟通清楚之前，很怕就是说有很多的猜测啊跟资讯就插进来，那使得我们原来希望能够达到的美意哦，在还没有端出之前呢、啊、就已经被口水淹死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忧虑。当然了，因为其实是整个草案呢，目前是委员研究中。当然，我们财政部呢，大概五月才会提出来。是啊，所以过去接触过几个原则，譬如说，这个对于内资跟外资这个税率差距不能过大。是。这个以前我在这个地方就跟张胜和部长都提过。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股市那么多假外资的一个原因嘛？是。那另外也是要建构一个至少。啊，台湾的商家能够跟外国商家至少有一个比拼的机会嘛？对，要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哦。是，哦，那包括各式各样的原则了哈。我当然也大概知道一些原则，但是我想也不用在这边讨论。是，我是觉得这一方面的发言应该要再更谨慎。好，谢谢。哦，希望你能够参考。好，第一个事情也是最延续的刚刚的说法，就是说，谈到统筹分配税款哦，那当然统筹分配税款第八届的时候要谈。那要修，到后来都修不成。虽然那时候的中央政府也是在讲说要把饼做大了，跟你现在的说法是一样，但是就算饼做大，饼要怎么分，大家意见还很多。对对，那你想想看，如果最后是在立法院比这个实力哦，很糟糕的地方就是，常常直辖市他的立法委员的席次是多的，啊，常常有一些你刚刚你讲的那个财政困难的县市啊。他反而在立法院的席次相对是少的，是，譬如说过去被认为财政有困难，已经出现红灯，或是已经甚至已经违反规定的苗栗啊，或是曾经被点名过的嘉义啊，被点名过的宜兰啊，他们的席次都很少。对，那真正立法院席次多的都是在这几个直辖市，所以你如果没有整套的说法，没有完整的税理哦，拿到这个地方要来过，以我的经验，真的非常困难的。因为台北市雄伟第六届来之后，他们的说法就是我们是首都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当橱窗啊，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比较优惠啊。那个时候我们台北现在跟他争的时候，他就这样讲。那到现在来了，你这个地方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划一，
光财政收支要划一哦，真的也很困难，因为业管的范围也不同啊。对，在直辖市里面，至少高中是市政府管的，大部分的。那县没有管高中嘛？对，县政府的制度没有管高中嘛？县政府现在还有乡镇市公所呢，还有代表会呢。哦，那直辖市是没有这些东西啊。对，所以我是觉得。你的这个地方收支划分法，恐怕你还要考虑到是不是整个地方制度搭配的问题、啊哦、那这么大的课题，今天也很难说一次说清楚。那反而问题更细的，苗栗县政府的那个他超聘的约聘雇跟技工工有1000多人，那个解决了吗？1700多人，那个解决了吗？现在他还是逐步解决而已，他并没有说一下。那现在解决到哪里啊？细节是不是我请那个国库署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目前他减少了大概减少了500多人、啊、那减少了500多人，还有1200多人嘛，对不对？他逐步在减少了。对，那还有超聘跟超聘哦，这是超聘哦，不是他法定的聘。对对对。超聘的约聘雇跟技工工友还1200多人哦，所以苗栗县政府的财政，我认为是雪上加霜的，因为以前超聘1700多人，光每年在人事成本不计退休的哦。光人事成本，他一年就超过大概要6亿多到7亿啊。好，那你现在减少500多个人，如果照比例来讲的话，他每一年也还要超4亿多5亿啊。那以一个这样财政的线，光人事经费要这样子的吃，怎么有办法他能够财政能够健全起来呢？所以你们以前财政部，我在第八届的时候我就一直问这个问题。说没有关系，我们要求他，我们在财政的这个政策上面给他要求，让他逐步减少。徐县长上任到现在也快2年了呢。跟委员报告，现在这个苗栗县是我们现在业务的工作重点啊。那他104年度啊，他编的预算是259亿，那到105年度啊，那已经降到190亿啊。所以等于是降了大概将近60亿。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他的降，他的总经费降，但是他的人事成本减的不多，那使得他的整个县政府的预算是不是光花在养人上面就花了很高的比例？你要进一步了解他的细节。那苗栗县政府现在如果是这个样子财政状况的话，他的地方的建设他要怎么处理呢？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财政部过去。在第八届立委的时候，这个问题早就爆了啦。但是到第八届立委的时候，就一直来跟我们讲说会逐步改善。可是我认为逐步改善很困难了。那能够止住血，不要继续恶化就很难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还在继续恶化当中了。你想想看，一个县政府他超额的约聘雇技工工友还有1200多人，一个县政府呢？我以前在台北县政府当机要秘书的时候，如果不计老师，不计这个。警察同仁不计消防队员，县政府总部的员工也正式的职务里面的员工不计清洁队那些也才700多个、啊，一个台北县呢、啊，当年呢、啊，哦，将近20年前也才700多个人呢、啊，啊，刚一个苗栗县政府他一个超额的约聘雇技工工也就1200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你统筹分配税款，你再给他切再大的饼哦，他都不够吃的、啊。所以这个是涉及到财政纪律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个纪律当然不是只有你刚讲的那个收税的时候，哎，地价税要不要加、啊？那个问题啊，像这样乱花钱的呢，哦，所以当然这个你会讲说啊，这个跟主计有关，跟审计有关，但是最后钱就是要找你们要啊，哦，这个要想办法解决，好不好？再2年又要选举了，如果再出去答应说啊，我在这个。你来帮我的忙，然后我这个职务将来再来没有工作，再来这边当技工工友啊。一个这县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超额的约聘雇跟技工工友？我们是用简单的逻辑来想，应该这个因素应该是占蛮大的比例的。好，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然你们对于那个大户欠税还要再延长5年的追征时间，我是赞成的。可是这么多年来，因为事实上从开始。争到现在都没有争到，这些案件我相信你们都有送行政执行署嘛，对不对？都有规定一定要送行政执行署。没有错，因为我了解那个程序。那行政执行署执行不到，
事实上是穷尽各种可能，他去查，包括你们去查，只要这一些县税大户有些财产资料，你们都会提供给行政执行署去进行行政的强制执行的程序，对不对？对对。那这么多年来都执行不到，所以我先问一个问题啦，这个问题当然跟我的支持是背道而驰，但是要请你回答。是。延长了五年之后，你认为可以追得到的有多少比例啊？我是认为延长了五年之后，能够追得到的也是杯水车薪啊，因为原来就都连他的财产在哪里都查不到了嘛。当然这一方面呢，我想就是说，除了延长以外，当然呢，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人欠税人呢。因为具体管收也是一个方式啊，另外还有具体管收在法律上的要件，要他隐匿财产，或是叫他申报，他做不实申报。对对。那如果他确实没有财产，我现在假设了哈。当然有，如果有你少数像你讲的这个样子，把他管收，这是合理的。对。那如果他确实没有财产，确实你也没有办法给他具体管收了。对对，确实没有，当然没办法。对，那我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这一些欠税大户哈。事实上，他们都欠很久了，他们不是才刚欠两三年了。对，这个有一欠欠十几年了。对，所以十几年之后，你又要再给他延五年嘛？是。好，那我的意思说，十几年的过程中，你也查不到他的财产，你也没有办法对他具体管收。突然这延了五年之后，因为你会去发现他的财产的机会，你会去让他发现说他有符合具体管收法定要件的机会，去对他具体管收，都难呐。对。唯一的优点其实就是书里面讲的，让这些人。至少不敢去过奢华生活嘛，那所以你们还怀疑这些人有隐匿财产嘛，对不对？对，当然了。如果他完全没有财产，但是没有办法奢华生活嘛。在这个五年之内呢，当然我们要想办法由国税局，还或者是行政执行署这方面呢，尽一切可能，看他有没有这种机会隐匿财产。当然我们就要执行。那我是要跟你讲，这一次延长五年，我是赞成的，但是学法律的角度啊。他的这个追征期间有他的意义啊。对对对对。如果你十几年来你都做不到，是。再延这五年，一样的法定程序要件，我认为你做到的比例也不高了。对。困难也大。是。同样的逻辑，五年后你还要再延吗？应该，因为我们一般的其他一般的征收期间十五年呢、因为这些有些还没有到，所以说我们尽量一次而已，大概只能做。好，所以我是跟你说，逻辑上是执行上要努力。是。赶快去努力，而不是靠着一次一次的延长。不会了，下次应该因为十五年也差不多了嘛。好，大家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赖社保委员质询。赖委员请。谢谢主席哈。那么，请一下部长，以及这个关务署的廖署长，以及卫福部食药署的萧继正。好，三位请。赖委你好。好，三位长官好哈。我们看到这个海关呐、不知道在把什么关呐、我们不知道食药署在把什么关了。这两天看到福斋食品辐射的区域的食品已经留在市面上，不知道多少人吃了多少了。我们看到吉野家的什么纳豆酱油啊，这一部分了、而且今天党团记者会马上开了还发现了福岛。不要说那个视线，说外面视线了。福岛本身，福岛本身番茄的汤底也进来了，也看到了。首先呢，我想请教这个部长，看你要回答还是署长回答啊？这一部分你们怎么把关的？没有这部分呢、因为牵涉到辐射，疑似辐射食品的部分呢、产地啊，产地啊，卫福部这方面要把关的、那你们海关进来，他们。怎么会呢？福岛区就进来了，你们难道这跟海关没关系啊？海关去做什么事啊？跟委员海关就闭着眼睛过啊？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在海关的申报上只有申报到
产地是像国家这样子。产地也对啊。對啊，那对，但是 到他的县市是没有了。啊，县市没有。哎，啊，去了日本。啊，现在就是说食品的这个上面的安全品质，还有 不安全品质，我问你这个标示是由卫福部这边食药署来处理这样。没有，我要问你，就是他上面。他这里已经进来了嘛，也看到福斋的旁边的四个县市进来了，立木啊，看到了什么赤城啊，都有看到了，对不对？那现在看到福岛也进来了，这个难道你们都没有关系？你们就是看日本就进来了，那你们海关干什么？要海关干什么？我不知道。不是，因为他们检查完之后发一个说这个是合格，合格我们海关就会放行这样。啊，所以上面产地你们不管。产地因为我们看上次没有，我们上次去海关看的时候有啊，你上面写东京啊。就是那个什么 Miss 就写东京了、啊，怎么没有呢？产地有啊，不是只有日本呐、啊，是有产地啊。来来来，食药署的长官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在食药署在边境查验的时候，就是说原则上海关就是关务署的长官讲的没有错，他们的产地的管控直到国别，但是特别在食药署的部分呢，我们的那个日本进来的产品，我们的产地管控是到都道府县。那现在他是说像纳豆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一个组合的商品，它是以纳豆为主体，然后有一个芥末包跟酱油包的调味包附在这个产品里面，所以它进口跟食药署申请查验的时候呢，它是以整个纳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来跟我们申请查验。那他跟我们申报的产地呢是神奈川，他所提供的这个产地证明也是神奈川，所以你们被糊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你被糊弄了，标证怎么标你不知道，包在里面骗你们，你们就被骗了，你何能够被骗？你现在告诉我们答案是这个样子。哎，说中华民国卫生部的长官很容易被日本人骗，因为它包在里面。各位知道，现在不是只有纳豆酱油而已，是纳豆酱油包。比如说我吃面的时候，日本的面里面的包糊在里面，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糊弄在里面，你就给它进来了。所以我们早就在吃了，早就在毒害我们台湾的老百姓了，正在进行式啊，毒害台湾人民的健康，正在进行式啊。是不是日本的福斋食品，包括福岛以及政府马上要开放的，下个月就要开放的，不顾人民的死活，不顾人民的声音，不顾人民的反对，马上要开放进来的福岛旁边的四个县市，像千叶啊、立木啊、赤城啊等等，这四个县市早就进来了。各位可怜的台湾老百姓啊，早就红甲肝那样被毒的不知道怎么样的啦，大家说，哎、欸，那我吃了都没事哎、欸，对不起啊，各位不要高兴那么早啊，半衰期三十年了，那个辐射物在你的身体上停留三十年才衰退一半呐、啊，要全部衰退要60年了、啊，你看，请问你现在几岁啊？加60岁啊，哎、欸，我们的主席那时候已经100多岁了，是不是？对不对？全部没有了就是100年了、啊。100岁以后的事情啊，这个记者啊，你会觉得你们这样太草菅人命了？你们的管制，请问你们有没有管制啊？报告委员，其实我们边境查验的同仁，他们每天都是很认真在执行这个边境查验的业务。啊，为什么都有呢？因为他这个就是说，就藏在里面呢、啊。对啊，藏在里面了、啊，他厉害啊，日本厉害啊，对不对？我们的道高一尺，日本魔高一丈啊。他藏在里面就呜就进来了，呜就进来了。对，谢谢委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那我对吧？对，我们 我们现在我 对、啊、就是说，我们之前以他这个产品通关报验的一个形态呢，就是说，在如果他是这种组合包的这种，就是说它里面还有，比如说像纳豆的这个案子，确实我们之前没错嘛，没有查核到，但是你们没有查核到嘛？对，我们现在针对这样子的产品，我们在边境已经启动加强查验的机制。那对于后市场的产品，你们要求吗？你们怎么要求？请问怎么做？你们准备怎么做？就是现在这种类似组合包的产品，同仁他在书面审查，就是说他基本资料申报表看得出来是有这种组合包的情况的话呢，同仁会可以把它列成
那个现场查核，他可以到现场去看这个产品，就可以去看看他是不是里面还有这个其他产品。请问你边境管理的人有多少人？边境检验多少人？我们现在总共有69人。够吗？人数够吗？我们现在可以针对就是说高风险的产品，可以实施强度比较高的这个边境查验。多强？就是每一批去查核它。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你现在要做到，我现在就问你。你说这个案子怎么样？对，比如说类似纳豆的这种组合，它会是这种组合包形态进来的产品，那我们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产品，就是可以在边境去实施一个逐批的查核。那是一件事，未来怎么做？现在怎么办？现在老百姓每天在吃的怎么办？台湾人又特别喜欢买日本东西呀、啊，是不是？我们看到你要不要做一个？我们食安法已经通过了，要不要做一个预防性下架？哦。报告委员，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吉野家泰冠进来的这个产品呢，所有的产品只要它这个产地有疑虑的，目前疑虑都是已经做预防性的下架。星光三月呢？一样。搜狗呢？一样。还有呢？就是还没其他。Name it， 多讲几个吧。只要是它有进口到泰冠这支产品的。一律泰冠都会通知他所有的下游厂商要做预防性的下架，而且要做停止贩卖的动作。你这里等于是我这样讲，请你告诉我你同意不同意了哈？你是不是告诉全国老百姓，只要那个百货公司或者是 supermarket 那个日本味道比较浓厚的都可能有，然后统统预防性下架，这个对吧？我这样讲对吧？我们不排除可能还有其他，所以今天我们会针对市面上类似的产品，也会同步启动一个专案稽查跟查核的动作。什么时候可以做完？我想我们稽查的同仁都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做了哈。是。三天内能不能做完？而且马上公布哦，你要马上公布，大家才知道啊，大家才知道啊。对不对？你要马上公布这些。你现在刚刚讲了点名的几个，吉野家、星光三月、搜狗，还有其他等等等等等，对不对？报告委员，这个部分我们会做，是那个资讯公开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做。像我们昨天就已经有这个召开，就是有接受媒体的访问，而且我们也有主动发新闻稿。所以将来如果有查获这个类似的东西，我们都会做。好，我也请部长哦，跟那个廖署长两位长官哦。我们的日本的食品90%从基隆关进来的，对吗？哈，通通从基隆关进来。我希望基隆关好好把关。你说这个撇得干干净净，跟你们没关，跟你们没关。可是这一部分呢、啊，你也可以请食药署这边呢、啊，啊，认真多去注意这一部分的东西啊，不然的话，人家主要看哎海关啊，海关的力啊，啊都财政部啊，啊都是关务署啊，人家马上想到这个哎、欸。没有想到这么细节、这么复杂的东西，大家矛头指向你。报告委员、哦、就是说，如果这个货物是抽到要查案的话，那有关的卫福部这边的，我们会请联络人来加强。好吧，我们请两位长官离开。我们现在我想要请教那个许部长，请两位长官离开好了啊。许部长，这个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股市量太少，虽然这不是你管的啦，可是矛头都指向你啦，啊，所以。现在讲说哇，过去什么税什么税啊，然后又有人讲了，不是，都不是啊，是什么？因为财政健全方案啊，这个钱把钱都抽光光啊，你一次多了600多亿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你今年的税的超收就1200亿啊，你自己也公开讲了好几次，说主要原因是因为财政健全方案，让国家突然爆肥啊，是不是？好多钱进来啊，几百亿进来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啊，现在。有些他在前几天吵在吵哦，要当冲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想，不对，真正问题在财政部，就是许哲部长，你要负最大责任，就是财政健全方案，你怎么 defense？ 请你 defense。因为当初提财政改革方案、健全方案，就是因为整个我们税入不够啊，然后都要发行债、公债啊，这样来的、啊，对不对？不是，还有一个啦，那时候在强调公平正义嘛，说要强调公平性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不要忘了，你不要推给许部长，哎，你不要推给张部长哦。那时候真的操刀的是你哦，没有，你是处长啊。因为我难道不是吗？我常任官员。这个你同意吗？你一直没有回答问题啊，你同意这种讲法吗？
说现在股市的动能快要完蛋了，快要变僵尸化了，是你因为财政健全方案钱收太多吗？课税课太多吗？你同意吗？你要讲一下，你刚刚都没有强力 defense 啊。没有，我想这个目前量没那么好，不能完全怪罪他。事实上，全世界各国量能都是往下调的，是没那么好。我时间到了，不愿意浪费后面我的时间。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证交税，不是那个当冲的证交税，确定降了吗？目前还没有，还在评估中。不过这部分呢、啊，我想我们会大概是往那个方向走，几乎确定了。我们会征求各界意见，包括委员的意见、财委会的委员的意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年底之前一定会确定，可能。好，谢谢。接下来请余婉如委员质询，余委员请。主席早，请部长。部长请。余委员你好。部长早哈。这个上周是施董事长提出了这个对于股市的五大的现况的这个争辩啦，还有三铁药方哈。这个五大的结构性问题包含大户不回头，台股成交值与国际不同步，企业不愿意上市，这个减资加速增加，外资占成交比重越来越高，股市交易人口老化吼。那另外三贴药方包含就是说小额投资免税，然后检讨股利税费，然后降当冲交易税吼。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吼这个施董事长的三贴药方吼，媒体用来去询问部长的时候，部长还是一样跟上次这个跟金管会主委见面的时候是一样的态度，好，就是有点冷处理啦吼。那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施董事长提出的这个台股的五大病灶跟三贴药方，部长你是怎么看的？这一部分呢、啊，我想我们尊重这个施董事长他提出的。部长，请问一下哦，你认同这个五大病灶的哪些部分，或者三贴药方的哪些部分？哪些部分你是认同的？这一部分我们只能尊重他了，因为这方面他的一个分析嘛，结构性一个分析嘛。那我想，站在我们租税主管机关的立场，我们会针对租税的部分呢、啊，提出意见来。是啊，可是不过现在整个市场的矛头都指向是税嘛，吼，那就是部长这边啦。所以说部长这边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全盘的一个看法跟这个计划嘛。那我想问一下，就说吼，现在是不是正在评估这个调降当冲的交易税？这一部分正在评估中，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会实施？我们年底之前一定会定案，而且呢。最近可能会，我想我们也会征求我们财政委员会委员的意见，但你们看法怎么样？假如多数有一致的看法，那我们当然可能就会采行。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哈，当冲交易税的调降哈，它是一刀两面哈。那这个好处是说可以刺激股市的交易量活络，它会有个带头的作用，对不对？但事实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这个怕会就是过于鼓励这个投机的这个行为啦，因为毕竟它是避险用的。所以我想请问部长，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想法，假设这个好当冲交易税推上路之后，你怎么去评估，然后大概是几年会去评估，那这个政策你会推多久，心里有没有个想法？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多数财政委员会委员支持这个措施，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假如绝大多数的委员不支持的话，我们不会采行。而且更何况，世界上其他国家有采行当冲的，假如他们是有证交税、有印花税的话，没有任何租税优惠措施。我想第一点说明。第二点呢，那假定多数委员认为是有需要的，一定是短期的，最多一年。最多一年，因为你不能太长期啊。这种东西税的东西来看，那当然观察一年来看看它的量有没有增加，我们税有没有减少，那这些都要考量因素。而假如说量都增加了，税也都增加了，当然我们或许就可以再延长。所以说我们一定是短期措施。好，假如我们财委会的委员多数认为是可行的话，我们一定是先短期的。
好，那接下来我再想继续请教部长，我可以看一下这个荧幕哈，就说近年台股的成交状况，成交金额在2013年开始急动哈，然后到了去年2015年，仍较2011年哈成交金额为低。就成交股数分析，去年为近五年来最低，而证券交易税收的部分，这两年也是节节下滑，去年降到仅剩820亿元。较证交税风暴前的2011年足足短少了120亿元哈，那因为我们2013年开始推动这个证交税嘛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台股近年的成交金额，到了2013年的时候，好是来到最低，那这个台股近年的成交量在去年是来到最低哈，今年可能还会再继续下探。那我们再看到你哈，这个税收哈也大幅的减少了120亿哈，从2011年哈。到2015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哈，所以我想要提问的就是说，从第一题到第二题哈，那当然就是说我还是先问一下哦，这个部长，你预估哈这个证交税可以收到多少？那这个明年股市成交量有多少？全年证交税收又是多少？部长有没有预估？哎，目前我们预估了大概今年呢，大概收不到820亿，这个应该是可以确定的，证交税收不到这么多。不过我们整体的租税啦，包括国税，还有就是整个全国的租税，还有包括中央税的，一定是超增的。虽然我们证交税是短增的。是，那我其实从第一题问到第二题，哈，还是说希望这个部长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股市的结构性的问题嘛？就像施董事长提到的，对。那作为一个这个财长，哈，其实你就最多的工具了。怎么样透过这些税收做个比较均衡跟健全的方式来健全，或者你可以说拯救我们的这个股市，哈，非常的重要，因为股市是带动台湾经济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支柱，哈。对。那接下来我想再请问一下，就说。我们上个礼拜，好，这个财委会讨论过这个监理沙盒的部分，好，想先请问部长，知不知道什么是监理沙盒？这部分呢，当然我们委员也提了很多的法案，但是呢，好像就是最后呢，就是由消费者金融保护法那个有方面来，等于是不是修一个法就可以来处理了？这样子。是，但是这个监理沙盒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今天很多委员要提这个法案？部长清不清楚？主要是针对了，当然是监理方面呢、啊，来处理的这样子。其实主要是说针对好数位科技的新兴发展，好经济的这个数位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金流哈金融也在数位汇流啦，好最大的资讯平台可能也是最大的金流平台，银行可能不再是过去的实体。而是变成一种交易的行为。好，所以说今天推这个监理沙盒，最主要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的这个闷经济开一个窗口，容许这个数位金融的这个金融科技的创新，好，然后让科技产业跟金融产业能够对话，然后部门就是政府部门能够主动参与，这是监理沙盒最主要的一个争议啊，好，就希望说能够开放实验性的范围跟场域。好，这个就是监理沙盒。是，谢谢。那我想问一下部长，那对于说这个未来金融的数位汇流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财政部的赋税预算还有稽征方式，甚至其实部长很清楚知道很多我们是收不到税的，对不对？对对。那是否财政部在这边根据这个数位科技的发展有做过评估，对于我们财政冲击的影响是什么？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上礼拜五啊三读通过的跨境电商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今天你要掌握跨境电商，假如没有金流的话呢，事实上是不只是通过一个法案，然后叫人家来课税，重点是未来你怎么去稽查税嘛？对，对不对？对，所以这部分你们有没有做过全体的评估？有没有想象过未来五年、十年？因为现在全球的金融环境在剧烈的变化。对，好，部长不可能再死守到原本的作业方式嘛？一定是要有所改变，有所改变。是，那我在很多的这些研讨会的场合，尤其是跟金融科技有关的，比较少看见财政部的人出席啦。是，好，也希望说部长能够多注意。好，这方面我想我们新的议题啦，有关新的
包括如何来课税了，这个就当然我们都要掌握。是，那也希望说部长在未来财政部的这些赋税的研究的议题的方向，能够把相关的议题也纳入好，谢谢。那另外就是哈，监理沙盒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新兴的不同的业种，有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好，那我想问部长，因为部长还没有对于监理沙盒表过态，是这个企业在申请监理沙盒这六个月的实验期里面，部长你要不要课税？目前呢、啊，当然目前我还没有特别去研究了。当然了，因为基本上我们有销售劳务，本来就课营业税；有所得，本来就课所得税，应该是这样的。除非你在税法里面有明文规范，这个哪一段期间可以免除掉啊、譬如说像我们前阵子财委会通过的有关于这个属于这个有关公司债、金融债券的证交税可以免掉，除非你有明文规范的可以免，否则的话基本上都要符合课税项目，我们都要课的。是，那但是也是哈，跟部长这个请教，就是说哈，因为他这些新兴业种哈，说实在话，其实很多是可能是新创小型的，又是在实验期哈。对，那是不是哈？其实说不定根本也课不到税啦。好，不然部长干脆大方一点，就说监理沙盒的试验六个月期间就不要课税嘛。来鼓励大家来创新嘛。这部分我想我们会来评估研究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好，下位请王龙章委员质询。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大家早。主席，麻烦我请我们财政部许部长，还有我们官务署长。以及我们经济部代表，好，工业局代表，请。许部长、署长、经济部代表。哎，王伟你好。哎，部长好，部长，我想请问哦，就是我们今天做海关进口税则的审查哦，我想先调，就是说我们创设不同税则专号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当然了，第一个我们本身关税了，当然整个财政收入里面是不多的，大概1000亿左右而已。但是呢，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配合主管机关。因为事实上我们晓得关税了，从时代的演变，当初是税收是占第一位的，慢慢现在是占的比重不高。那因此呢，今天我们这个海关进口税则当初修正的时候呢，也恰过我们所有主管机关的意见，正中修。当然这一次比较没有。就是说针对某些货品应该怎么降，怎么倒是比较少，主要是配合啊国际商品统一分类制度2017年版的，我们做修正。部长，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在不同种类的货品哈的进出口管制，然后产业保护，事实上在需求上面是不一样的，好，就是不同的货品是有不一样的，对，所以它分别是用不同的就是说税则，那个别是用就是说不同的税率，好。基本上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合并税则有专号，它有它的必要，本席认为哈，但是仍然就是说应该要统计它所造成的总体的影响。对，那我是不是请署长哈，根据我们官务署的意见哈，这次就原料化学品和成品列出税则的专号。我们认为就是说有助于流向的控管，但是在这里面根据 HS2012 的产品项目表里面，这些的就是说成品似乎本来就有特定的税则，为什么减少税则种类之后它可以有助于流向的监控，是不是能请您做进一步的说明？它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代不一样，变动的时候，它有新的化学品或者新的一些产物出来。它原来是各自有嘛，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合并，就是说减少。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一些的化学品来讲的话，和它的成品来讲的话，
在流向监控的这个部分，会是更有利的吗？是更有利啊，因为它、哦、有的东西它是混在一起的，它现在各自把它分离之后，那对这个后屏的这个流向，我们掌握。我们现在是减少它的种类，对，原来是各自有。那如果减少，哦、现在就是合并。包伟，如果减少是因为那个东西已经没可能是没有生产了。像有一些冷媒，它的东西事实上是已经管制不能用，啊，工厂也都禁止生产了哈，所以已经没有，所以要把它并，把它合并。好，这样子的理由跟原因我可以接受。那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一个税则，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想委员对这一个部分都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在修法之后的话，公务署需要做什么样子的配套？好。那让这样子的修正的结果来更顺利的运作，好，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 的工作要进行？这样的税则修订之后，国际的码是到六码，那我们是加两码八码，是我们作为课税的基准。那再来就是说还要再加两码，是作为那个贸易统计用，还有作为它这个东西的管理用的。哦，所以说我们这个。这边如果因为通过之后，那国那个贸易管理方面，他就要赶快做这个两码。所以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做好了吗？就都做好了，都做好了。所以只要一旦通过，包括我们电脑 的系统修正等等这些，我们都已经完成，都完成了。只要这边因为通过，我们大概这些机制马上可以来赖，可以来执行这样。所以我们公务署非常有信心。在立法院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好，否则的话，就说如果有调动，你们大概就要另外来做处理。包委员，这个是我们都必要做的，我们希望是这个新旧一定要无缝接轨。好，好，谢谢。我想再请教部长，根据 WTO 的规范方法，税则专号合并以后的税率，好，就按照。该等的转换税号中税率最低的，好，贸易最大的，或者是贸易加权平均税率来做调整，好，以调整的结果来看，好，就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整体的税收会减少多少？好，是不是今天的报告里面只有列出来甜性跟苦性的这个部分，我们预估会损失340万。那总体来讲，好，这是单一的项目，好，是，就说总体来讲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减少多少？跟委员报告，那个是我们自发性的这一部分，就是，甜性啦，有关于苦性那部分呢，是针对自发性的修正。那其他因为 HS 改版的关系啦，事实上我们税收要增加一点点，增加3000多。总的来讲，增加一点点。增加一些些，因为转换的过程中，刚才委员也提过，因为你要合并。因为好几个这个税率不一啊，我们转换合并成一个税号的时候啦，可能啊会有点调整，不过那个基本上还是中性的。因为刚才跟委员报告，我们整个关税了1000亿，事实上这次调整啊，所增加不过3000多万而已，所以说影响很小，基本上是在中性的这样子。就有增有减之后的话，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增加3000多万。对对对，好，谢谢。那我接下来请教我们经济部的代表，好。就是在12月初，好，在 WTO 全面免除关税的绿色商品清单，那个谈判没有结果。好，那从就说相关报道里面的话，本席看到的是经济部等等我们相关的部会对这个部分结果是感到失望的。那我想请教您，就说在这样子的绿色商品清单中，哪些是台湾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哪些是我们可能会受到冲击的产品？那对于这些受到冲击产品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来做冲击影响评估？有没有？好，不好意思，我想说你讲到的是不是针对那个环境商品清单的部分？就是 EGA 的部分，不好意思，因为那个 EGA 的部分的谈判这个部分我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代表经济工业局是另外一个单位负责的，所以你们今天没有办法回答。对对，不好意思，对不对？我只知道说好像是中共有一些那有做准备吗？
这个部分我们会，我听我们永续组的同仁说，他们还会再继续跟他们的沟通这样子。所以你今天不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对，谢谢。那请书面回复。好，好不好？好，请书面回复。好，会书面回复给委员。好，好，谢谢。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要再请教我们部长了。部长，按照好，我们就是说营业税跟货物税好，都是在进口的时候课征的相关的税目哈，那目前都是由我们海关来代征了。进口的部分是由海关来代征。进口的时候嘛。对对对对。那按照目前的申报模式，我们是在同一张申报单里面，还是分成两张申报单？就是有关于营业税和货物税。在同一张申报书里面显现出来。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发现他申报不实的时候，好，那这里面是分别由海关跟国税局裁罚。没有，基本上进口的部分呢、啊，我们还是由海关来裁罚，所以都是海关来裁罚。哎，对对对，好，对。那所以同时就是说，就他对于营业税跟货物税不实，好，所以罚他两次，对不对？对，都是海关。所以同时就是说做处罚。哎，对。那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因为在一张申报单里面了，是好。所以他要不实申报的话，就同时对两项做不实的申报，是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对他会做一次做两项的，就是说裁罚。好，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好？我想请教，就是说，部长您会认为就是说，这样子会不会一罪两罚？不会啦，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一个是关税那一部分的一个处罚。那另外营业税部分是营业税处罚，事实上它罚则不一定是一样。货物税，如果它还有货物税，对，还有货物税的话，对，货物税条例，对对。嗯。所以说这部分呢，主要是他看违反哪一个法的规定了、啊。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税法里面呢、啊，都有一个，假如是轻微违章的话呢，很可能也不是处罚的。所以说他每一个案子的都要个别去看。好，我了解。就是说，这是目前我们在就是说做法，还有就是说在程序上面的这个部分。是，您希望就是说我们还是能够做一些检讨，好，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有罪两罚，甚至于就是说多罚的情况？那这样子的话，符不符合我们的法律程序跟就是说相关的要求？或许我们财政部比如说相关的同仁可以跟法务的单位。再做一些就是说检讨。我想我们有关于处罚的部分呢，事实上都朝着比较轻的方式来方向来走了。那当然是主要就是说，不一定要轻了，好，但是就是说这样的方式合不合宜、合不合法？我想这个部分的话，能够做一些检讨。好，好，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下位请邱太原委员质询。好，主席，可不可以请部长？谢谢。好，请部长。部长好，首先我们就今天的主题，先跟部长请教哈。虽然我国徽 HS 就是国际商品统一分类制度。工业的签署国家，也不是 WCO 世界关务组织会员国，但是台湾是重度依赖贸易的国家，对，所以国际 HS 接轨是相当重要，这可以减少我们进出口业者的运输跟通关的障碍，所以本次贵部提出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是为了配合国际商 HS 2017。来进行哈，本席支持贵部提出的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排入审议。好，谢谢。我想这一部分呢，大概 HS 了，大概五六年了就修正一次，我们就要改版一次。谢谢部长哈。不过本席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想请教部长。我们 WCO 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HS 2017的细项内容并公布呢？他是预计明年1月1号要实施。公布的时候是已经什么时候？因为他公布的是世界各国才会大家来。103年6月，所以他有一个缓冲时间，等于让各国啊
能够配合这个制度，所以103年6月到106年1月1号才实施，所以说让各国啦能够相关的法律啊要有所修正。啊，谢谢部长非常的了解哈。我们本席看到一份资料，就是中美洲各国经济部次长于104年哈，中华民国104年召开第74届中美洲经济部首长会议，会后签署第372/2015号决议，施行中美洲关税制度第6次修正，配合世界关务制度2017转版，及调整中美洲各国的 HS 版本至10位码，等等的这些表示说中南美洲各国于去年就已经针对 HS2017 做出相关因应措施。是。那我们财政部为什么到现在才把相关的资料送到立法院？因为明年1月1号就要上路了。对。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去年就找过跨部会的相关的主管机关，我们一起来研讨。因为这一部分幅度相当之大，本来有8000多项货品，现在变成9000多项，多了135项的货品。所以说，整个虽然是只有改版而已的，但是变动还是蛮大的。所以说这一部分跨部会我们也1年多。另外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一部分也要宣导，让工会了解，让我们官员了解。所以说总共办了10场的一个宣导会、座谈会之类的。哦，是。那如果通过以后，是不是也要继续宣导？当然，这个一定有需要，因为毕竟我们希望一个法律通过以后啦。那是不是因为去年、明年的1月1号就要开始了？是。未来是不是能够把期程提前？有没有？因为这部分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是之前就跟工会、跟我们官员举办这个宣导座谈事实上是根据我们这个版本。那万一这个有少许修正怎么样？我们配合修正的部分再加强宣导，应该就可以了。是是，谢谢。不过还是要稍微给。另外，我们也会设单一窗口了，来针对个别的，假如有什么特别疑问的话、疑义的话，我们针对单一窗口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哦。那还是要给你鼓励一下哦，因为在上一次哦，是在已经实施年度到的时候才开始的。是是是。哦，所以才来送到我们立法院来了，所以看起来是有一些进步了。是，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事先能够让业者了解，然后能够方便业者来实施嘛。因为毕竟要跟国际接轨的话呢，能够提早能够送出来，提早实施总是好一点，能够有所因应这样子。好，那就请继续加油。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上周五立法院通过以3读通过加执行跟非加执行营业税法修正案。未来跨境的电子商产业商业应该西缴5%的营业税等等的这些嘛，是，我想对台湾的电商也是一个好消息。也感谢我们财政委员会的委员的支持啦，因为这样才能够一个公平公正的赋税环境嘛。对对对，那这部分我们是预计啦，我们希望因为这一部分呢，当然我们要建立平台。然后相关的执法规，我们希望能够明年5月1号了，希望能够上路。是是是，部长曾经指出因为跨境电商的金流都在国内了对，只要透过外交部进行国外送达等，就能够从银行端的金流强制执行，对于金流进行假扣押的看起来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哦。不晓得财政部是不是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办法 SOP 做出来的，跟委员报告，那一部分是他不配合的话，我们才有对国外送达的问题。假如他来这边办理税籍登记，来这边缴税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那个是说，有委员提到了，万一他不来配合怎么办？那我们才透过那个方式，那个当然是比较复杂一点。那一般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像我们韩国、日本，大概50-60家的跨境电商在日本、韩国办了税籍登记。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些跨境电商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希望在我们台湾做生意从事销售劳务的话，也希望能够办税籍登记。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哦，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对对对，啊、那个是说他不配合的部分，我们才需要发单送到国外去那个，这样。哦，那个还是按照以前的，没有说要新的一个标准流程。哦，有有，这个是更新的，因为办理税制登记以后就是在我们就地能够来课税了。因为有人很关心这整个为后续怎么做哦，没有没有。如果有清楚了以后，可不可以
给本席这边是是、哦、一份来了解一下。有会，我想我们五月一号之前呢、啊，一些相关的平台什么呢，建制差不多以后呢，我想也会跟委员报告、哦。其实我们本土业者并不怕跟外国的业者竞争了，只怕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打仗。哎，对对对，哦、所以现在其实应该要彻底来执行，让本土业者能够更安心的来发展。是是 是, 是。好，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上次在提到跨境电商税务的时候啊，大概也有稍微提到，像 Uber 在台湾这个公司资本额只有100万，是，可是听说相关的账务也是相关的多哈，万一我看现在也对他们罚很重嘛哈，看起来大家都有共识，如果他们不玩了，那这有没有他有没有负担相关的债务，又需要又发生了？难道又要不到？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这部分呢、啊，我想 Uber 他一概会去评估了，因为他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做这方面的生意嘛，有提供劳务嘛，那因此呢，我想他也会看中我们台湾的市场。事实上，他不现在不足运输啊，连送餐他也在准备做了，表示我们有这一块的市场。那因此呢，他会好好评估，尤其我们将来五月份营业税法实施以后了，我想他应该很乐意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办了6场座谈会，那这些跨境电商都找代理业者来这边，他也很关心这个法案。那他今天讲能够通过施行以后了，他希望也很乐意能够办理税籍登记来这边缴税。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有预防的观念哈，是是，来并有辅导的观念来处理哈。好，那非常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先做预告，在费鸿泰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那接下来请施益方委员，施委员请。来，邀请许部长。部长请。施委您好。部长好。部长、哦、曾经在国税局跟户税署待过嘛、欸、对，所以对海关的这些业务也应该当然实务，因为只是在我当常任常务次长的时候有督导过而已，当然实务当然没有像内地税那么了解。好，这样子，那上个礼拜五、哦、那个监察院有一份报告、哦、对，就是有关于今年的五月份、哦、是，就是有进口那个大陆的蒜头，是是。那这个业者啊，是用那个泰国的那个大蒜、哦、是申请入境、哦、对。那海关、哦、在看到这个大桶的那个蒜头的那个产品了以后、哦、在没有鉴定以前、哦、也让业者领走了。是，部长是不是有这一回事、啊、了解。那这一部分呢、啊、当然了、啊、我们未来刚才我们署长提过了，这个有关保证金这部分呢、啊、我们可以来检讨。另外很重要了，因为他从泰国进口，但是呢到底是真正的产品是在大陆还是泰国，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也跟农委会来商量了、啊、就是说可能用同位素方式、啊、来认定，比较大家不会有争议的，因为否则的话从外表来看或许看不出来，但是呢你用科学仪器来检定的话就晓得这个到底是哪里来的，因为土壤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我想部长你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深入了哈，不错。那因为今年的那个五月份蒜头大概一公斤大概在156块，对，那时候真的是台湾啊很缺货，所以那时候的价值大概是1200多万嘛。是是是是，那当时当然呢就是说关务署这一边有保证金的机制，是、哦、也缴了800多万的一些保证金，所以未来刚才部长有提到过，针对这个保证金的缴交的方式是不是合理，应该要做一个检讨。那另外就是说，刚刚部长有提到，就是农委会的认定的部分，对，跟现在目前就是他是认定外观嘛，是，就是外观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在产地啊。有一个就是认定产地的问题嘛，用产地的问题。那未来在跟农委会这一边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协调的机制，协商的机制？对，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呢
因为认定假如不一样，或是不是原来的真正从哪里进口的话呢，确实对业者也不太公平了。所以说呢，我们认定清楚。那这部分事实上在去年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我也跟农委会的主委有联系过，他说这个同位素这个部分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呢。那未来能够建立完以后呢，将来就这种争议就会减少。对，我想这个案子应该不是说让它时间过去了以后就算了。不会，这个一定要，因为持续上，因为蒜头啦，这个随着季节关系啦，你今年现在可能平稳一点，可能明年后年有可能又涨上来了。所以不过就那个就采样的部分嘛，哈，采样的部分在高雄关要送这个农委会的品质鉴定这些部分哈，当时那个监察院的报告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在取样的过程跟数量哈，竟然没有相关的记录以供以核对，是不是有这件事啊？这部分是不是请关务署来更详细说明？好，这个报告委哦，我们取样应该是有当时会同那个农委会要鉴定的人来现场取样嘛哈。那取的样品，我们依照现行规定都是会做一个取样的记录在，应该是有。那现在监察院可能需要我们做一个更具体的这种记录这样子。好，哦，那这个时候那针对这个记录是不是可以送来本席的研究室参考一下？好 好, 好。那我想我要跟部长提醒的是说，未来在海关哈，他对于这些不管是任何的产品的取样哈，是应该要有一个 SOP 啦，因为现在目前哈，从本席接到的一些陈情案件里面，是也可以看到说，似乎这一些取样或者是标准的程序里面，并没有建立的相当的完善，所以在这个部分几乎都是学长跟学弟的经验传承所造成的。是，那我想未来部长针对这一些海关人员的这一些授信哈，不只是税则方面，因为他必须要认定那个商品，是未来有没有这个计划？我想这个陈委员所讲的，应该不只是说职前训练，在职训练也很重要，那这一部分呢，当然你有一套认定的标准呢，我想好让我们官员来遵循呢，我想这个更重要。好，因为台湾毕竟是个海岛的国家哈，那主计总处哈，它会针对进口的数量去核对它的数量跟价值的部分哈，拿到周密界的追踪。但是从这个荧幕上的显示里面哈，在国内的进口，比如说蒜头的入关，它有农委会、关务署还有经济部等。是。那食品入关有食药署跟关务署。那我讲一个烟酒的入关好了哈，那烟酒的入关，财政部本来就有所谓的烟酒管理法嘛，这个没错吧？有有对。但是在卫福部里面有烟害防治法嘛？是是。但是明明是一个很简单哈。的酒类的进口，你就认定哦，这是什么样的酒类，什么样的税额哈，他就会把它搞得很复杂，会了半天。那对业者来讲哈，也是一种折磨啦。是，我想未来在这些就是各单位的协商的部分哈，是不是财政部应该要扛起所谓的就是简政便民的方式？这一部分我们一定会朝这方面的。假如刚才委员所指教的有关烟酒部分，当然的，这个是我们国库署本身。它烟酒管理机关没有错，但是呢，事实上，只要牵涉到，因为这个毕竟烟酒牵涉到一个健康国民的健康嘛，所以这部分我们会主动来协调。我想就是说，针对一些简单的一些事务了哈，一些行政事务里面不需要哈，让业者无所适从了，因为每一个单位都很大，对，那每一个单位都有意见，是，所以让这一些业者哈，真的是苦不堪言。对，那我想新的政府有新的作为。这些部分应该要做一个改进哈，让人民有感受到政府是在协助，而不是在刁难。是，这样可以吧？可以。好，谢谢。那接下来我要谈一个让你加分的问题哈，因为最近也要帮财政部多加一些分哈，所以我要谈一下那个货物税的问题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哈，就是针对那个货物税，为什么会有货物税啊？货物税其实它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对特定的货品呢、啊，另外加扣一个货物税。事实上，任何的商品呢、啊，今天销售货物本来就有营业税嘛，那因此呢，针对货物的部分，另外再扣一个货物税。对，我想以前在扣货物税的时候，是当年的有一些产品是不是很普及的，
然后又有奢侈品的部分哈，都容纳在这个里面哈。对。但是在过去几年，也为了因为要促进经济或者特殊的需要，所以会办理一些后税的减免哈。是。比如说在1998年哈，那个底盘低底盘呐，或者是天然气的那个公车的富康巴士等等哈，这一些。那到2010年的时候，有那个油气双燃料这个部分哈，也减征了25000哈。是。那另外就是在最近的那个电动车辆哈，免征货物税的期限，从1906年的1月27号延长到101年的12月31号等哈。是。那针对在这一些部分呢，未来有没有任何对货物税调整的这些规划？这一部分当然了，我们主要还是要配合产业主管机关，因为电动车辆对我们整个产值那是有帮助的，所以说经济部事实上这个案子呢。经济部在12月1号才给我们财政部，所以我们尽快的，因为时间关系很快就到期了嘛，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报到行政院去。那行政院应该是下礼拜四院会可能也会通过，然后呢尽快送到立法院来。我们也既然你认定这个电动车辆对我们整个产业是有帮助的，那因此呢我们等于免税期限到期以后呢再继续延长这样子。那新政府哈有新的作为嘛哈？是。那政府也有在上台以前哦，有提到这一些，就是推动货物车的改革方向，有这回事吧，部长？那这一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货物税呢，在什么目前我们租税里面呢，占得蛮重要的。譬如说，所得税、盈利税、所得综合所得税、营业税，再过来其实都货物税，占了很重要的分量，所以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从事改革就是要很审慎啊。那目前大概就是说，像这个油气类的这一部分的话呢，大家认为这个是跟能源税有点关系，所以说还有二氧化碳的部分，这一部分也要考量。那水泥的部分当然了，这个是对我们整个环境当然也有影响哈。那饮料品的部分呢，这个是当然了，有很多国家没有课，不过最近倒是一个趋势了。含糖类的饮料了，有些当初没有课，类似我们货物税，但是现在反而改课。对糖类的话，要课一个类似一个。那个是跟健康比较有关的。啊，对对，从健康的观点。那家用电器类的部分呢、啊？这一部分当然了、啊，早期这个确实是一个奢侈品，现在是一个事实上家庭一个必需品，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未来当然我们要评估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课税是进口要课，国产要课，哦，都要课。不过从那个大概电视哈，像电视现在的普及率也相当的高哈，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啊，已经有90%有9%以上哈。记得民国60年在看史艳伦布袋戏的时候哈，还要跑到有钱人的家里坐在电视，坐在那个地上看电视哈。是。那我想他们已经不再是奢侈品了，应该不是了，应该不是。未来哈，未来这个部分哈，我也希望就是说部长哈。能够在货物税这个部分、哦、做一个通盘的检讨、然后寻求如何去做改善，这样可以吗？对，我想我们这个应该很审慎，因为现在货物税的这个电器类几类货品呢、啊，当然我们事实上更早之前有个能源税的配套，那事实上要删除的当然是包括电器类，还有平板玻璃、橡胶轮胎，这些都要整个删除掉。我想川普总统都在做减税的动作哈，那我想部长应该做一些加分的动作哈。好，这部分我想我们当然了，财政收入当然我们也会评估一下。OK， 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施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费鸿泰委员质询，费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哈。主席帮我先请一下财政部许部长，我们官务署的廖署长，署长请，以及我们卫福部食药署。好，食药署代表请。会员你好，部长好哈。部长对你们今天的这个海关进口税则，只请教一下下哈。是。你们有说有一个什么去壳的甜杏仁及去壳的苦杏仁这样的部分，会让我们税损啊340万，这是什么回事？这个跟委员报告了。那甜杏仁呢、啊，它是一个糕饼用的原料，糕饼液用的原料了。那因此当初呢，也希望降低液的成本啊，所以税率稍微修正啊，第一个。
第二个苦杏仁呢，它是一个中药采用。中药、哦、中药采用，难怪没吃过、哦、对，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纯粹拿着来吃的。那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啊，当初这个农委会啦，这一部分也认为是说这个对我们整个来讲是有好处的，而且税损呢一点点而已。好，没问题。这个金额也不是算，也不算整体上也不算大哈。是是。那我对你这个当然这个这次修改的税则没什么意见了。谢谢。我想谈的哈，还是大家所关心的哈，日本福岛地区五县市的这个核灾食品的事哈。从这两天哈、啊、吉野家的这事情，海关说我不知道，那应该是卫福部的事。卫福部说又三长，我刚才听了，我是从早就一直坐在那边听哈、啊。那难道是老百姓的错吗？我想请卫福部或海关，你们两个单位都没错，那谁错呢？是错在老百姓，是还不是？我们廖署长，这个报告委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海关负责的是税的稽征啊，还有就是查缉走私。那对于这些食品的，不是你讲嘛？那到底要怎么去防嘛？是谁的错嘛？你先讲，你可以讲出来。你看我刚才听到你讲，意思是那个食药署那边有问题嘛？对啊，我是说这个货品在边境上，因为食药署本身就在做这一块，所以这个就是海关。我们食药署的这位是。萧继正嘛，是吧？跟委员报告。那道理我请先，我还没问你问题啊。嗯。谁的错？原则上进口商他要负第一道的把关的责任，但是、哦、进口商的错。但是食药署，我们不回避我们应该要负的责任。那根本就你们的错，我们怎么回避不回避？进口商你应该有的进口商，你还把他当贼啊？因为他要想，否则你们干嘛要检查呢？今天我真的让大家听得很奇怪啊！海关说没错，我没错；食药署说哦，进口商的好像是进口商的错。你们干脆也讲说，进口商都很善良，他也不知道他被日本人骗了，所以都吃的都是人错。你为什么不把它看清楚？以前碰到食安的事情，碰到是大家只要怀疑。不管是什么什么地沟油什么油的，马上的做法是什么？下架嘛。台湾这次好像换了民党执政以后，什么事也不做了，都没有关系，都是无敌铁金刚，吃的都不会有问题。这政府怎么变得那么堕落呢？那以前碰到任何事情，我都支持赶快下架。检查了没有问题，再让他来上架，然后政府保证这个你买的，你只要在我政府缴税的那个商店里面买都可以，应该要这样做嘛，部长，你们礼拜四要开那个行政院务会议，就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嘛，应该要这样子啊，这样子才是正办嘛，不是吗？对对对，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刚才食药署提过了，他现在这些东西都要下架，甚至于没有，他只有他们那一家的下架，应该是凡是从，如果讲的夸张一点了，是是，凡是日本来的食物，通通给我下架，或者是你确定只要有那五个县市的东西，全部给我下架，应该要这样子来做嘛？那以前不是都这样子的方式吗？以前都是哎，我跟你讲，我们对黑心商那个厂商啊，不管他是支持谁的，也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是中部的是北部的，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应该要一致啊。吃的问题，我跟你讲，政府要有公信力，就是吃东西要没有问题嘛，你的政策不能因此而改变嘛。食药署，我也不想讲你，因为啊，你的层级啊，在这边也不能做什么决定啊。我跟你讲哈、啊，我会找一个机会到卫环去啊，问问你们的部长，他的心到底有没有黑呀、啊？如果他心还是红的话，他就应该做出对人民有利的事啊。好，那个两位，部长请留，两位请回哈。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是最近你们租税特色，
1000万以下的人就没事了，对不对啊？请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1000万怎么定的？为什么不定500万呢？啊，这个部分。第二部分还没讲完。是。我看到这个名单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侯锡峰啊。你们以前对有些人对欠税大会啊，那个大户用最管用的一招叫管收，侯锡峰在外面闯荡了20年了，你们也从来没有用这一招，是你们财政部里面有人跟他很好呢，还是我们法务部有人跟他很好，都没事哎。可不可以先讲讲侯锡峰的事情给我们听听看？啊，这个案子当然呢，跟委员报告，那个具体管收了，是法务部在执行的。是，可是你们也可以要求。当然我们会提供，就是他事实上是有隐匿财产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通报刑事执行署，然后去做工作。我们举一个，我不太愿意举个人的名字哈。举例啊，以前那个什么台湾大哥大的老板，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儿，他的女婿现在也生意很好，他有没有隐匿财产呢、啊？我不知道，可是你们让管住他两次，他最后钱都是他女儿拿出来的，是对不对啊？对对对，难道那个人？他就跟侯锡峰的待遇不一样，我也真的觉得很奇怪。我对侯锡峰不认识，我先讲清楚哈，我不认识。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单里面就很刺眼，我已经看到20年了，对不对？至少从我当立法委员12年了，我都看他看那么久了，那这个还在名单上，而且平常讲大家所了解他的事业是做得不错的。给我一个答案好了。好，我想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这个手上资料了，具体的大概目前有71个人。不，我先讲侯锡峰的，你要、哦、你给我一个答案、啊。这个案的部分呢、啊，我想，我直接点名他了。好，我想会后啊，我们了解一下你符合这个具体管收的要件的时候，或者核发禁止命令、禁收命令的话，你麻烦你跟法务部，你们去。搞清楚，好，一个礼拜以后告诉我，好，你们为何不管收他？啊，你们追查跟踪他有没有做过奢侈浪费的事情？是，把调查的资料给我看。好，这样才公平。好，对不对？我想个案部分，我想我们会再跟华部去了解，一起了解。花一点时间呢、啊，请教一下司禁局啊，刚才有同仁问了、啊，是，他讲股市不振几个原因啊。你们搞的啊，证所税，然后剩下他有3贴药方，我曾经在这边问过李瑞昌李主任委员，是这3贴药方都是发现都是你们的错哎，都是财政部你该交的税你不该收的税或怎么样都是你们的错，给我一个评论好吧，要讲得很直接。我想有关我们既然财政部注税主管机关，当然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会尽量去检讨、去改善它。但是呢，今天整个股市主管机关是金管会，所以说我想它除了租税方面，它的药方对不对嘛？你也告诉我，如果它的药方是对的话，那我建议以后交易所或者是柜买的董事长，由我们赋税署的组长或者是副署长去当就好了。因为他们对税比他清楚的太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是是是，真的我看了真的很丢脸。那个专业我看不到他的专业。哎，我再帮你讲话吧。对，我想从一个我不是帮你，我讲了个实话。从一个证交所或者柜买中心他们立场来看，当然希望他整个股市量能是好一点，这个是出发点，那没有错了。但是真正的哈，各国的税制都。多多少不一样了。哎，对，我开个药方了，是两个，是我们的产业没有成长了。你经济活络的时候，大家对预期未来有信心，我的当然那什么市场都会活络，股市也会活络。对，
你看我们为什么落后韩国这十年，韩国的 GDP 每年大概都超过台湾2%，2%。十年下来20%，我们加上扛棒赋税，它的这个负利率加起来，为什么会超过台湾四分之一？原因就在那里嘛，在经济成长嘛。是。还有一个哈，这倒是不管谁当院长，我都会奉劝他的。是。我们政府的法规政策不要变来变去。其实从林权当财政部长，一直到前面8年，一直到现在，是我觉得我们的税法当然是改，但是有时候改得太快太多了。是。当景气不好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从税上来想；当我政府缺钱的时候，我又从税上来想。是。那个不是要杀鸡拔毛，要把鸡养肥了，那个毛才可以，它才会循环生长嘛。是。重点是要把它养肥嘛，就是经济要成长嘛，政策要稳定嘛，抓到方向，好不好？好，这个未来我想我们会来配合，谢谢。好，谢谢费委员，接下来我们休息10分钟。
具体71个人，那个。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接下来请江永昌委员质询。江委员请。谢谢主席，先请财政部部长。部长请。江委你好。好，那个部长，那个听说下午有要对这个重所税的免税额度做调整，调整的原因是因为104年相较于100年的物价指数，已经增加到3%的达到这个标准，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部分先来做一个说明，要调整多少？那有多少的一个影响？会不会连带连这个课税集聚都做调整？跟委员报告，因为根据目前税法的规定呢，大概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3%的时候呢，那这些免税扣除额了会调整。那其中呢，那个免税额的部分呢，本来是85000块。那从106重所税的免税额度，个人的部分是，对，现在是85000块。
然后106年呢、啊、要调整到88000块，等于上涨3.06%，所以我们加以调整。那106年度，换句话说，你107年申报106年，申报明年度综合所得税就会调整。那另外呢，超过70岁以上的纳税人，或者你抚养超过70岁以上纳税人的话呢，增加50%。那目前是127500，那将来要一并调整为132000块。好，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在如果下午你公布了之后，它其实是在算106年1月1号到106年12月31号这一段的所得，在107年5月课征的时候，对，从85000的免税额变成88000，对，然后老人家的一个抚养增加50%，对，那个所得集聚或是所得集聚的税率有调整吗？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是按规定的。上涨10%的时候也要调整，也是3%，对不起，3%。那这一部分呢，跟委员报告，像第一个集聚的本来是0到52万，那这个要调整到54万，总共所有集聚的，总共有6个集聚都要调整。好，那我问那个45%以上本来是1000万以上，对，那现在改成多少以上？现在改为10310，1031万。以上，对的这个净额，然后综合所得净额才要科，等于每个区域都会调整，因为它一起调整嘛，这样子。好，谢谢。那接下来时间我先请食药署。来，食药署的表。好，那部长可以先请回。来，部长请回。好，谢谢。好，那个食药署，我要问一下哈。关于日本的一个食品进口到台湾的相关禁止的一个规定，那我想问，我们现在到底是，那日本它的食品当然有做产销履历啦，我们所谓的产地不符台湾现在开放的一个地点的时候，我们不让它进口到台湾，但是这个产地指的是加工地，还是指的是那个食材啊，它出产的一个原产地啊，这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觉得疑虑很大呢。简单来讲啊，我们现在对福岛是完全禁止啊，但是如果有这个亲生的农产品到福岛去加工，那这样到底是可以进还是不可以进？福岛的食品跑到亲生去加工，那这是比较不可能啊，福岛的食品可能会跑到东京去加工啊。那请说明一下，这该怎么办？跟委员说明跟报告一下，就是现在有关于产品产地的认定呢，就是主要是以产品制造的中产地做它产品的产地的认定。那这个做法跟目前国际上面各国对于产地认定的这个规范也是一致的。不，但是这样子的话就危险了啊。我讲嘛，比方说不讲福岛，讲周遭四县市群马、立木、茨城跟千叶。假如那里有养乳牛，啊，乳牛生产出来的牛奶来制作成奶粉，但是那个奶粉加工可能是在东京加工，结果我们现在认定那个产地是食品加工的那个地点，那就变成东京啊。那东京在你的现在的现况当中有产地证明、有辐射证明，它就可以进口到台湾。可是它的农产、它的牛只却是在我们禁止的一个区域啊。我是觉得这个要赶快想办法怎么样去处理。你不要跟我讲国际的一个标准了哈，因为台湾距离日本这么近，台湾仰仗日本的农产这么多，我们可能是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更仰仗日本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个进口，当然民众心里会有更高的一个疑虑。我发现在这里是有漏洞的，我希望食药署赶快想办法把这个漏洞去补起来，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提醒。那这个部分我们食药署会持续的努力。我是说在他的那个产销履历，不管从生产到制造加工这一段，只要有经过我们禁止的一个县市，全部都应该在你目前现行的办法都是禁止把它这个进口到台湾来的。接下来我要问了哈，你们的那个食品卫生管理法22条第6款，那要求说这个食品的这个标示原产地标示到国，但是其实在我们2015年4月15号你们的公告是说，日本输入的一个食品要附产地的证明文件，这两个东西有一点落差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的规定要求日本的食品输入的时候要附产地，你怎么不要在包装上就一并到位就到产地，不要说只有国别，你说看？
好，跟委员说明一下，没有错，因为目前现在食安法对于标示的规定呢，它原产地的标示只要标示到国别，那在进口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无限禁止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要求日本食品进来的时候，它的产地证明要详细到都道府县。那关于就是现在日本进来的这个食品的包装，它的产地要不要详细到都道府县的部分，之前食药署也有针对目前日系的一些超市或者是百货有去做一下市售的调查。那其实目前如果消费者他在这些比较经常性贩卖日本食品的这些超市的话，它其实大概有80%的产品是可以看到都道府县的相关的资讯的。所以我本席现在就直接要求你，我现在手上有两包食品，你看这一包是咖喱，它只有标到这个日本，但是这一包冲绳的米果，它有标到日本以及标示到这个冲绳。那其实反正你的证明文件就要求到产地的都道府县，那我觉得你就用这个标准来作为这个包装上也应该这样一个要求啦，好不好？这是我提出的。好，那谢谢。另外谢谢委员，这次的问题，纳豆里面内附的这个酱油包，请问你这一包现在里面有两个问题，在我们海关在进来检验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它拆开？要不要把它拆开？我们现在还是只有这样子。我们现在在海关查核都会把它拆开来检查。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表示过去是没有哦。因为它之前是以一个组合包的方式进口，所以我们也是以它整个产品的外包装标示来去做一个查验。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漏洞嘛，哈。我跟你讲，那根据我调查的一个资料跟你们回复的，其实在日本，它在今年的四月份以前，如果内附的这个附包哈，比方说那个纳豆啦哈，它里面的这个酱油包，那个调味料包是不用附产地证明的，对吧？之前在包装标示上，可是他们今年四月一号开始以后就有要求。那如果日本从四月开始，他对他的国内都已经这样要求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以前错误之处就是没有把它完全打开了。你要把它，你在检验抽烟的时候，你把它完全打开，你才会知道说里面这一包到底写些什么，而不是只有看外面。这个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你说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吗？那如果我现在拆开这一包，万一里面不一样的话，那不是会对我们的这个食品检验很严重的伤害跟打脸？如果我们把这个产品就是整个拆开完整检查，如果它有疑似无限进口的产品，目前来说都是违反法规规定的，那它就必须要依照法规的规定做相关的处理。你看哈，这个外面的这张纸啊，还是另外再贴过的哈，包括这一包冲绳，现在虽然有写冲绳。它上面这个包装纸也是重新再贴过，这一道标签的重新这个贴上去，这是在进口前、过关前，还是已经到国内厂商再重新贴的？啊，那这个东西怎么防治？然后这里面的这一包，你看它写都是日文啊。你说一下。原则上我们现在港口的同仁他们在做查验的时候，不是只有看中文标示的部分，他们会把中文标示还有原文的标示都会做一个比对的查核。好，所以今天大概整理了几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哈，至少此刻起都要拆到包括里面的那包都要出来，是不是？是。那现在有个问题哦，日本它是四月以前才规定它的产品，它里面所的附包哦要有产地证明，可是如果在四月以前已经从日本合法的进口到台湾的一个食品，我讲是合法，其实还有疑虑，但是它的保存期限、使用期限是超过一年的，可能现在还会在百货公司或卖场上架哦。你如果现在去做稽查，把它打开来，它的内包里面是没有产地哦，因为它是在四月以前进口的哦，然后它期限是超安全期限是超过的哦，那这些怎么办？跟委员说明一下，如果说我们在稽查或者是在港口发现有一些资料跟文件，我们现在必须要做进一步的查核，我们依照散法32条都可以请业者进一步的提供相关的产证资料，然后来去做一个查证。
我现在是说，你们因为纳豆的酱油包事件，你们现在也积极要到各个卖场去查办，一定会发生。里面是四月份以后进来的，有产地的，那你就看那个产地符不符合。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四月以前就已经进来，保存期限比较长的，可能还在上架。你这里面还包括说，如何是该存储或是不该存储，以及消费者怎么样能退货不能退货的一个问题啦。我希望你们努力的就把这个事情做好，不要再造成台湾国人对日本食品的一个疑虑，好不好？是，谢谢委员，我们会持续的努力。那相关的做法，今天你来不及答复我哦。那会后的话，给我们财委会一个书面报告。好，谢谢。好，谢谢江委员。请回，来，两位请回。好，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质询，时间五分钟，罗委员请。谢谢。主席个人粗略习惯员代号，主席可否请卫生福利部以及财政部官务署。好，请。今讲海关进口税则哈，那国人。委员好。你好哈，两位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啊。那事实上，在日本的核灾区附近啊，进来国内的食品啊，已经很多很多了。不晓得你们在市场上有没有认真严格去查查？还有一个，每次都推给卫生福利部，那我请教一下关务署啊。我们现在一年啊，从日本进口的货物、啊、大概有多少？你们进来的货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查查？是严格审查呢，还是东西进来的话只是行政 paperwork 做一做而已？有没有实质的控管能力？可不可以请说明一下？日本现在从日本进口的食品的比例，以重量来比，大概不到2%，大概多少金额？大概是什么样的货物？应该是属于大部分就是一些加工的一些糖果或者一些零食，这些比较多了。你说2%大概是多少的金额？这个是不是卫福部这边他们有做完整的一个统计？好，请卫福部。报告委员，有关于金额这个部分，卫福部没有做特别的统计，但是卫福部可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日本食品目前输入台湾，它大概占全部输入食品进口台湾，以重量来讲的话，大概是1.35%。对，那你如果说2%，刚讲是2%的哈，那以下嘛哈。好，那假设100亿的话，就是进口2亿啊。那一天一年的话，我们进口的这个货物起码都是上千亿以上啊。所以表示大概有几十亿的货品，包括刚刚所讲的糖果、小朋友在吃的东西、零食等等，都已经悄然入台，已经一步一步吃到台湾人小孩子的肚子里面去了。我再进一步请教卫福部。你们在控管上，上次说十几个人，你觉得十几个人这个控管有办法严格来把关所有的核灾食品不入台吗？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食药署在边境查验的人力有69个人，那我们会视整个业务的状况去弹性调整人力，去做好边境把关的责任。请问你六十几个扣到现在周休二日等等，你们真正可以在第一线做防疫的？你们觉得不会有百密会有一疏吗？现在已经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些核灾食品已经进来台湾了、啊，已经被台湾的小朋友很多人都吃下肚了。我请问，这些核灾的食品吃下去了以后，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原则上，输入台湾所有的食品都应该要符合食安法的相关规定，所以目前可以进口到台湾的日本食品，它都是符合卫生福利部所定的所相关的卫生标准。对，你的规定是在那边嘛？那百密总有一疏啊！进来了以后，如果有漏洞，你们总共才60几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你们六十几个人可以抵挡过几十亿的这个物品进来啊！你可以一颗一颗糖果去检查吗？你可以一包一包零食去检查吗？我们都知道日本零食都很好吃啊，它的包装哦，它的这个口感都非常的好啊。那甜蜜的这个果糖糖果里面是毒素啊，吃下去了怎么办？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目前日本进口的食品呢，九大类的食品，我们还是采逐批检验它的这个逐批查验它的辐射。那其他的加工食品，我们也会有相关抽验的机制。那以今年，就是去年到今年呢，其实我们所抽验检测辐射的产品里面，并没有就是加工品有微量的检出。我想请教呀，为什么非得从日本进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拿国人的健康来开玩笑，来把国人未来的健康的小朋友健康的问题来当作赌注？为什么非得日本不可？在还没有厘清之前，为什么不能全部限制呢？跟委员说明一下，这个食品的进口，或者是目前整个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的这个进口，其实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那为什么美国它全部限制日本核灾区所有的食品不准可以 不准去美国？你的标准为什么不跟美国一样？日本应该是说美国它现在对于日本就是输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管制，它是以跟日本同步的，就是说它是以特定产品的管制为主。那我们对于日本输入产品的管制，目前是以地区，就是这五县的产品，就是核灾跟它周围的这四县的产品，通通都是不准输入的。所以其实我们所管控的范围，其实比美国还是更大的。那如果你说是管控是地区，你难保这些东西在日本食物不会因为运输哦，或者是流窜到其他的地区哦，变成是更进一步的来使用，或者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来使用到核灾区的这些用品，那你们怎么样来对这些深加工或者是次加工的食品来做进一层的管制？如果是核灾的产品，而且本身它在日本就会有限制流通的管制，在日本这些东西通通是不准上市的。就是说，它真的有核灾，而且有安全疑虑的食品，在日本它就会有做第一道的把关。那目前我们在边境的部分，就是进来的部分，它必须要有双证，然后再配上我们的逐批查核跟抽样检验。好，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啊，都是百密会有一疏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最后一分钟哈，请问福岛附近的鱼啊，如果它游不小心游到东京湾，被东京的那个地区的渔民捕起来，它的这个出口产地是东京，请问你是抓还是不抓？你有没有限制他们？请回答。有关于进口的现在冷冻或是冷藏的鱼产品，我们是每一批都会抽样检验。好，罗委员，时间到，谢谢。那我是举例啦，鱼产品都可以可能这个鱼目混珠过去，那其他的酱油或者看到的小零件、小东西、小食品，难道就不会流窜到东京吗？请你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好的，谢谢委员，我们会持续的努力。好，三位请回。好，报告委员会，我们今天的登记发言委员均已询答完毕，我们做如下的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卢秀燕、林德福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第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请财政部在一周以内以书面答复；第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资料，也请在期限内送交各个位相关委员。好，接下来我们做法案的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之税则修正内容，请宣读。宣读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第三章鱼类、甲壳类、
软体类及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修正章注一、增注二及四，修正第03193、03021、03022、03023、03024、03025、03027、03273、03028、03031、03032、03325、03033、03034、03035、03036、03038、03043、03451、03046、03493、03052、03531、03544、03564、03074、03078及03781目等20目之豁名，修正第03052、020、03059、03061910、03074922、03074932及03075910号等六项之豁名，修正第03074921及03074931等03074931号等两项之税率，删除第03290、03390、03620、03621、03622、03624、03625、03626、03627、03629、03741及03789目等12目之税号及豁名，删除第03028940、03028983、03028991、03028992、03028993、03028994、03029010、03029020、03028940、03038983、03038991、03038992、03038993、03038994、03039010、03039020、03059910、03059941、03099、03055949、03055950、03621、03621112、03621113、03621010、03622020、03622230、03622410、03622421、03622429、03622430、03622440、03662510、03662520、03662611、03662619、03662620、03662630、03662271、03662719、03662721、03662729、03072730、03062921、03062912、03062919、03062921、03062929、03062730、03062911、03062912、03062919、03069210、03062929、03071910、03072910、03073910、03074110、03074120、03014911、03074912、03077911、03077912、03077913、03077914、03077919、03077920、03077891、03078912、03078920、03078931、03078932、03078940、03079941、03079942、03079943、03079944、03079945、03079949、03081910、03082910及03082920号等75项之税号豁名及税率，增订第03024903029、03029103029、03029、03039、03139、03139202、03139909、03044703044803045603045703044880、03044960、03044970、03054502、03054503、03054603、03063103063203603634、03068、03078、03079、03078112及30308二目等
五十目之货税号及货名，增订定例30242910、030249020、030249300、030249400、030249990、030294910、030294120、030294200、030294900、030294920、030294990、030395910、030359020、030359030、030359040、030359090、030359110、030391200、030392000、030399100、030399920、030399990、030447000、030448000、030456000、030457000、030448000、030459610、030459690、030491000、030497900、030552000、030553100、030553390、030554100、030554200、030554300、030554900、035597、035597900、030631000、030632000、030633100、030633210、030633290、030634000、030635100、030635200、030636100、030636200、030636910、030633920、030633990、030639110、030692120、030692210、030692220、030693100、030693200、030694000、030695110、030695190、030695520、030699910、030699990、030971200、030722200、030732200、030742100、030742100、030742290、030743100、030743201、030743290、030743923、030743330、030752200、030772100、030772200、030772330、030772400、030772900、030779000、030778200、030783100、030783200、030784000、030787100、030787200、030787300、030787400、030788100、030788200、030797210、030792200、030797230、030797240、030797290、030810200、030820、及030820900号等102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四章乳制品、禽蛋、天然蜜未列明 食用动物产品，修正章注释。第五章未列明章动物产品，修正章注释。第八章食用果实及坚果、柑橘属果实或甜瓜之外皮，修正第080211目之货名，修正第080211100、080211120、080212110及080211220号等4项之货名，删除第080520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080520110、080520220及080520090号等3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080520、080521、080522及080529目等4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080521000、080521900、080522200及080529000号等4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十二章油料种子及含油脂果实、杂项谷粒、种子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除草及饲料，修正第1211节之货名。修正第12112010、12119012、12119016、12119017、12119025、12119030、12119041、12119044、12119050、12119053、12119059、12119070、12119091、12119092、12119093及12129880号等16项地之货名，删除第12112012、
2021、2022、2021、2023、2021、2024、2021、2025、2021、2026、2021、2027、2021、2028、2021、2030、2021、2031、2035、2021、2036、2021、2037、2021、2038、2021、2030、2021、2036、2021、2037、2021、2038、2021、2039、2041、2041、2042、2043、2044、2045、2046、2047、2047、2048、2049、2050、2051、2052、2053、2054、2055、2056、2056、2057、2058、2051、2066、2058、2059、2060、2063、2064、2065、2066、2067、2068、2069、2070、2071、2072、2073、2074、2075、2076、2078、2079、2080、2091、2092、2093、2094、2095、2096、2097、2098、2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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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3、2094、2095、2096、
增订第二一五零募资税号及豁名，增订第二一一二一一二零二零一二一二零三零一二一二零四零一二一二零五零一二一二零一二一五零零零一二一一九零七一二一九零七二一二一九零七三一二一九零七四一二一二九九九五一及一二一二九九五二号等十一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十三章从期职务交数值其他职务之役及萃取物，增订第一三零二一四募之税号及豁名，增订第一三零二一四零零号之税号豁名及税率。第十六章肉鱼或甲壳软体或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等之调制品，修正目注一，修正第一六零四一四募资豁名，修正第一六零二一零一零及一六零四一四二零号等两项之豁名，删除第一六零四二零二零号之税号及税号豁名及税率，增订第一六零四一八募资税号及豁名，增订第一六零四一八零零及一六零四一九四零号等二项之税号豁名及税率。第十八章可可及可可制品，修正第一八零六九零二零号之豁名。第十九章谷类粉、淀粉或奶之调制食品、糕饼类食品，修正第一九零一零目之豁名，修正第一九零一零零零及一九零九零三零号等二项之豁名。第二十章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修正目注一及二。修正第二零零五一零二零二零零八九九九二二零零八一九一零二零零九八九四零及二零零九九零二零号等五项之豁名。第二十一章杂项调制食品，修正章注三，修正第二一零四二零一零及二一零六九零四零号第二项等二项之豁名。第二十二章饮料酒类及醋，修正第二零一二零二及二零六节等三节之豁名，修正第二二零二一零及二二零六零零目等二目之豁名，修正第二二零一九零九零二二零二一零零零二及二二零四二九零零号等三项之豁名，删除第二二零二九零目之税号及豁名，删除第二二零二九零一一二二零二九一二二二零二九零一三二二零二九零一四二二零二九零一五二二零二九二九零一六二二零二九零一七二二零二九零一九二二零二九零二一二二零二九零二二二二零二九零二三二二零二九零二四二二零二九零二五二二零二九零二六二二零二九零二七二二零二九零二九二零二九零三零及二零二九零九零号等十八项之税号豁名及税率，增订第二二零二九二二零二九一零二二零二九九及二二四二二零四二二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品，增订第二二零二九一一零零二九二零二九九一一二零二九九一二二二零二九九一三二二零二九九一四二零二九九一五二零二九九一六二零二九九一七二零二九九一九二零二九九二一二零二九九二二二零二九九二三二零二九九二四二零二九九二五二零二九九二六二零二九九二七二零二九九二九二零二九九三零、二零二九九九零及二二零四二零零号等二十项之税号豁名及税率。第二十七章矿物燃料、矿油及其蒸馏产品含沥青物质、矿蜡，修正目注释，修正第二七零七五零及二七零九一目等二目之豁名，修正第二修正第。二七零七五零零零二七零九一一零二七零九一二零及二七一零九一九零号等四项之豁名。第二十八章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稀土、金土、
金属、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机及无机化合物，修正章注七，修正第一至六分章名，删除第二八五三节之货名，修正第二八五三节之货名，删除第二八四八节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二八一二一零、二八四八零零及二八五三零零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二八一二一零一零、二八一二一零二零、二八一二一零九零、二八四八零零一零、二八四八零零二零、二八四八零零九零、二八五三零零一零、二八五三零零二零、二八五三零零三零、二八五三零零四零及二八五三零零九零号等十一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二八一一一二、二八一二一、二八一二一、二八一二一二、二八一二一三、二八一二一四、二八一二一五、二八一二一六、二八一二一七、二八一八一二一九、二八五三一零及二八五三九零目等十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二八一一二零零零、二八一二一一零零、二八一二一二零零、二八一二一三零零、二八一二一四零零、二八一二一五零零、二八一二一六零零、二八一二一七零零、二八一二一九零零、二八五三一一零零零零、二八五三九零一、二八五三九零二、二八五三九零一九、二八五三九零二零、二八五三九零三零、二八五三九三九零四零、二八五三九零五零及二八五三九零九零号等十八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二十九章有机化学产品，修正第一至十三分章名及第十二分章货名，修正第二九三九节之货名，修正第二九二二一四目之货名，修正第二二九二二一四零零号之货名，删除第二九零四九零、二九一四七零、二九二二一、二九二二一三、二九三零五零、二九三五零零、二九三九九、二九三九九一及第二九三九九目等八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二九零四九零零零、二九一四七零零零零、二九二零九九九零四一、二九二零九零四二、二九二零九零四三、二九二零九零四九二零、二九二二一三零零、二九二二一九零零、二九三零五零零零零、二九三一九零四零、二九三五零零零零零、二九三九九一零零、二九三九九九一零、二九三九九九九二零、二九三九九九三零、二九三九九九四零及二九九三九九九九零号等十七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好，报告委员会啊，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会议结束为止，请继续宣读，谢谢。增订第二九零三八三、二九零三九三、二九零三九四、二九零三、二九零四三、二九零四三一、二九九、二九零四三二、二九零四三三、二九零四三四、二九零四三五、二九零四三六、二九零四九、二九零四九一、二九零四九九、二九一零五零、二九一四六二、二九一四七、二九一四七一、二九一四七九、二九一八一七二、二九二零二、二九二零二一、二九二零二二、二九二零二三、二九二零二四、二零二、二九二零二九、二九二零三零、二九二一二、二九二一三、二九二一四、二九二一五、二九二二一六、二九二二一七、二九二二一八、二九二三三零、二九二三四零、二九二四二五、二九二四六、二六四零、二九三零六零、二九三零三七、二九三零八零、二九三一三、二九三一三一、二九三一三二、二九三一三三、二九三零三一三四、二九三一三五、二九三一三六、二九三一三七、二九三一三八、二九三一三九、二九三二一四、二九三三、二九二、二九三五一零、二九三五二零、二九三五三零、二九三五四零、二九三五五零、二九三五九零、二九三九七、二九三九七一、二九三九七九及二九三九八零目等六十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九零三八三零零、二九零三九三零零、二九零三九四零零、二九零四三一零零、二九零四三二零零、二九零四三三三零、三三零零、二九零四三四零零、二九零四三五零零、二九零四三六零零、二九零四九一零零、二九零四九九零零、二九一零五零零零、二九一四六二零零、
29100,293,980,293,980,293,790,号等62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第30章医药品修正章注三增订目注一及二，修正第300,320,300,333,300,420,300,430及300,450目等5目之税号及货名。修正第300,320,300,330,3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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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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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第300210、300341、340及300440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00210000、300340111、300340112、300340113、300340119、300340090、300440111、300440112、300440113、300440119、300440091及300440099号等12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300021、300211、300212、300213、300214、300215、300219、300034、300341、300342、300343、300349、300360、300044、300441、300442、300443、300449及300460目等19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300210、300210200、300210300、300210400、300210500、300210900、300010400、300034200、300030、300040、300039000、300040000、300044100、300042000、300044300、300044900及300046000号等16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31章肥料删除第310310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10310000号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310031、310031及310319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310311000及310319000号等二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37章感光或电影用品，删除第370510及370590目等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70510000、370590111、370590119、370590090号等四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370500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370500000号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38章杂项化学产品修正目注一，修增订
木柱二及三现行木柱二顺移至木柱四，并着作文字修正。修正第三八二四八二木之或名，修正第三八二四八二一零及三八二四八二九零号等二项之或名。删除第三八零八五零、三八一二三零及三八二四九零木之税号及或名。删除第三八零、三八零八五零零零零、三八一二三零一零、三八一二三零二零、三八三四九。九零一一三八二四九零一二三八二四九零一三三八二四九零一四三八二四九零一五三八二四九零一六三八二四九零二一三八二四九零二二三八二四九零二三三八二四九零二四三八二四九零二五三八二四九零二六三八二四九零三一三八二四九零三三三八二四九零三七三八二四九零三八三八二四九零四一三八二四九零四二三八二四九零四三三八二四九零四六三八二四九零五一三八二四九零五二三八二四九零五三三八二四九零六零三八二四九零七零三八二四九零八零三八二四九零九一三八二四九零九二三八二四九零九三及三八二四九零九九号等三十三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三零八零五。三八零八五、三八零八五二、三八零八五九、三八零八六、三八零八六一、三八零八六二、三八零八六九、三二八一二三、三八一二三一、三八一二三九、三八二四八、三八二四八四、三八二四八五、三八二四八六、三八二四八七、三八二四八八、三八二四八、三八二四九、三八二四九一及三八二四九九目等十九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三八零八五二零零、三八零八五九一零、三八零八五八五九二零、三八零八六一零零、三八零八六二零零、三八零八六九一零、三八零八六九二零、三八零三八一二三一零零、三八一二三九一零、三八一二三九二零、三八一三八二四四零、三八二四八四零零。三八二四八五零零、三八二四八六零零、三八二四八七零零、三八二四八八零零、三八二四九一零零、三八二九九九一、三八二四九九一二、三八二四九九一三、三八二四九九一四、三八二四九九一五、三八二四九九一六、三八二四九九二一、三八二四九九二二、三八二四九九二三、三八二四九九二四、三八二四九九二五、三八二四九九二六、三八二四九九三一、三八二四九九三二。三八二四九九三三、三八二四九九三四、三八二四九九四一、三八二四九九四二、三八二四九九四三、三八二四九九四四、三八二四九九五一、三八二四九九五二、三八二四九九五三、三八二四九九六零、三八二四九九七零、三八二四九九八零、三八二四九九九一、三八二四九九九二及三八二四九九九九九号等四十五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第三十九章。塑胶及其制品修正章注二及目章一修正注一修正第一及二分章名删除第三九零七六零及三九零九三零目等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三九零七六零零零零三九零九三零一零及三九零九三零九零号等三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三九零一四零、三九零七六、三九零七六一、三九零七六九、三九零七三、三九零九三、三九零九三一及三九零九三九目等七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三九零一四零零零零、三九零七六一零零、三九零七六九零零、三九零九三一一零、三九零九三一零九零及三九零九三九零零号等六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四十章，橡胶及其制品删除第四零一一六、四零一六一、四零一六二、四零一六三、四零一六九、四零一九、四零一九二、四零一九三、四零一九四及四零一九九九目等十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四零一、四零一六一零零、四零一六二零零、四零一六三零零、四零一六九零零、四零一、四零一六九二零零、四零一九三零零、四零一九四零零及四零一九九零零号第等八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四零一七零、四零一八零及四零一九零目
等三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4011/10/10、4011/10/90、4011/80/10/10、4011/80/90及4011/90/00号等五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44章木及木制品木炭修正章注一增删除木注二修正第4118及4119节等二节之货名修正第4413、4403、4403/91、4407/2、4407/91、4407/92、4407/93、4407/94、4407/95、4408/3、4412/31及4412/39木等12木之货名修正第4401/3900、4403/4900、4403/9100、4402/900、4407/9100、4407/9200、4407/9300、4407/9400、4407/9500、4408/3990、4412/3110、4412/3120、4412/3910及4412/3920号等14项之货名。第4408/3990及4408/9090号等二项之税率，删除第44110、44310、44320、44392、44610、44690、44710、44132、44187、44187/2、44189/0、44190及44219/0木等13木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44010/00、44031/00、44032/10/10、44032/90、44039/00、44039/91、44039/912、44039/919、44039/9990、44610/00、44690/00、44070/10、44710/90、44079/91、44079/912、44079/919、44079/9990、44081/02、44081/02、44081/090、44083/121、44083/122、44083/190、44083/921、44083/922、44083/990、44089/021、44089/022、44089/090、441231/0、441322/0、441878/700、441870/0、441890/0、441890/90、441900/00、44219/10/0、44219/20/0、44219/30/0、44219/40/0、44219/50/0、44219/60/0及44219/90/0号等43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4401、4411、44112、44140、44031、44031、44312、44032、44031、44032、44032、44032、44032、44036、44039/3、44039/4、44039/5、44039/6、44039/7、44039/8、44061、44061、44062、44069、44069/1、44069/2、44071、44071、44072、44079、44079/6、44079/7、44092、44133、44134、44187/3、44187/4、44187/5、44187、44189、44189/1、44189/9、44191、44191/1、44199、44192、44199、44190、44219、44219/1及44219/9末等49末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44110/00、44011/200、44014/00、44031/00、44031/00、44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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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4039/00、44039/40/00、44039/50/00、44039/60/00、44039/70/00、44039/80/00、44039/90/00、44061/00、44061/00、
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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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之制品，修正章注四及八，修正第4802节之货名，修正第4802262目之货名，修正第4802610、4802616210、4802220及4802290号等四项货名，第4801000号之税率，第54章人造纤维丝、人造纺织材料之扁条及类饰品，修正第54021及54220目等二目之货名，修正第54021100、54021900、54022000号等三项之货名，增订第54253及54263目等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54025300及54026300号等二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55章人造纤维棉，删除第550200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550200000号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550210、550290及550640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550210000、550290000及550640000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57章地毯及其他纺织材料附递物，增订第570420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570410、570420及570420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60章针织品或钩针织品，增订目注一，删除第600531、600532、600533及600534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600531、600532、600532、600533000、600534000号等五项之税号税率及货名，增订第600535、600536、600537、600538及600539目等五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600535100、600535590、600535610、600535620、600537000、600538000及600535390号等七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61章针织或钩针织之衣着及服饰附属品，修正第615节之货名，修正第6152目之货名，修正第615210、615220、615290及615299号等四项之货名，第63章其他制成纺织品组合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破布，修正章注一及二，增订目注一，修正第1-3分章名，增订第630420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630420110及630420090号等二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68章石料、胶泥、水泥、石棉、云母或类似材料之制品，修正章注一，修正第6802节之货名，第69章陶瓷产品，修正第1及2分章名，修正第6907节之货名，删除第6908节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6907010、6907090、6908810及6908910目第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6907100、6907900、
69081000及69089000号等四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69072、69721、69722、69723、69730及69740目等六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69072、69072、69723、69730及69740000号等五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第71章天然珍珠及养珠宝石及赤宝石、贵金属、备附贵金属及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酬币，修正第1-3分章名。第15类非金属及非金属制品，修正类注一。第72章钢铁，修正第1-4分章名。第74章铜及其制品，修正其章注一。第82章非金属制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修正第80/8205节之货名。第83章杂项非金属制品，修正第8308节之货名。第16类机械及机械用具、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修正类注一。第84章核子反应器、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修正章注一、二及九，增注五，修订目注一及三，现行目注一顺移至目注二，目注二顺移至目注四，修正第8442及8473节之货名，修正第841430、841510、841581、841582、841583、84601、84602、846630及847350目等九目之货名，修正第841430101、841430200、841510101、841510090、841510100、841582000、841583000、846019000、846029000、846630000及847350000号等11项之货名，删除第842481、843230、843240、845610、845940、846011、846021及847310目等八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841480、841810000、842481000、843230010、843390、843240000、845610010、845610090、845690020、845940010、845940090、846011000、846020000、846900010、846900020、846900031、846900039、846900040、846900051、846900059及847310000号等21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842440、842441、842449、842482、843、843231、843239、843240、843241、843242、845611、845611、845640、845650、845940、845941、845949、845012、846022、846023、846024及846520目等23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841450、841810100、841810112、841810113、841810090、842441000、842449000、842480000、843231000、843390000、843410000、843420000、845611110、845611190000、845612110、845612190000、845640000、845650000、845941000、845949000、846012000、846022000、846030000、846024000、846520000、847290070及847340020号等
二十七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第八十五章电机与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修正章注六，增订章注三，现行章注三至九顺移至章注四至十，并修正章注九部分文字，修正第八五三九节之货名，修正第八五二八四九二零、八五二八五九二零、八五二八六九一零及八五二八六九二零号等四项之货名，删除第八五二四五八四一、八五二八五一及八五二八六一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八五二八四一零、八五二八五一零零及八五二八六一零零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八五二、八四二、八五二、八五二、八五二、八六二及八五八五三、九五九五零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八五二、八四二零零、八五二五二、八五二、八五二零零、八五二八六二零零及八五三、九五零零零号等四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修正类注二。第八十七章铁道及电车道车辆以外之车辆及其零件与附件，修正增注四、九、十一、十二及十七，修正第八七零一一零、八七零二一零、八七零三二及八七零三三目等四目之货名，等四目之货名，修正第八七零一一零零零零、八七零二一零九零及八七零三九零二零号等三项之货名，删除第八七零一九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八七零一九零一零、八七零一九零二零、八七零一九零九零、八七零二一零三零及八七零二九零二零号等五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八七零一九、八七零一九一、八七零一九二、八七零一九三、八七零一九四、八七零一九五、八七零二二零、八七零二三零、八七零二四零、八七零三四零、八七零三五零、八七零三六零、八七零三七零、八七零三八零及八七一一六零目等十五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八七零一九一一零、八七零一九一二零、八七零一九一九零、八七零一九二一零、八七零一九二二二零、八七零一九二九零、八七零一九三一零、八七零一九三二零、八七零一九三九零、八七零一九三一九四一零、八七零一九四二零、八七零一九四九零、八七零一九五一零、八七零一九五二零、八七零九五九零、八七零二二二零一零、八七零二二零二零、八七零二二零九零、八七零二三零一零、八七零二三零二零、八七零二三零九零、八七零二四零一零、八七零二四零二零、八七零二四零九零、八七零二九零三零、八七零三四零零零零、八七零三五零零零零零、八七零三六零零零零零、八七零三七零零零零零、八七零三八零零零零零、八七八七一六零一零及八七一六零二零号等三十二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第九十章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查精密内科或外科仪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修正章注一及二，删除第九零零六一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九零零六一零零零零九六九零零零六九一一零及九零零六九一九零号等三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九零零六五九二零及九零零六九一零零号等二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第九十二章乐器与其零件及附件，修正章注一。第九十四章家具寝具入籍之持物，软垫及类是充填家具未列明之灯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标志、照明名牌及类饰品组合式建筑物，修正章注一，删除第九四零一五一、九四零三八一及九四零六零零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九四零一五一一零、九四零一五一九零、九四零三八一一零、九四零三八一九零及九四零六零零零零零号等五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九四零一五二、九四零一五三、九四零三八二、九四零三八三目、九四零六一零及九四零六九零目等六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九四零一
1520/1520/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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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运动用品及其零件与附件修正章注一。第九十六章杂项制品增订九六二零节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九六二零零零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九六二零零零一一、九六二零零零零一二、九六二零零零一九、九六二零零零零二零、九六二零零零零零三零、九六二零零零零四零、九六二零零零零五零、九六二零零零零六一、九六二零零零零六二、九六二零零零零六三、九六二零零零零九零及号第等第十一等十一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临时提案。鉴于日本核灾食品进口台湾是否影响民众健康，引发大众疑虑，原此建请财政部关务署食药署加强检验，保障民众食安。提案委员罗明才、江永昌、王荣章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税则修正内容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照案通过。我们下面处理临时提案。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临时提案有无异议？那个财政部可以吗？有没有意见？哎，请做说明。财政部和食药署有没有意见？报告委员哦，关务署这边是觉得说这个是属于食药署的权责了哈，加强检验是食药署就在做，是不是关务署的部分把它删除？好，食药署。原则上食药署这边没有意见，因为边境的查验跟这个辐射抽验检验确实是食药署的权责。好，好，那我们就提案我们做文字修正，删除财政部关务署。那在食药署之前的话，列卫生福利部。好，就是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加强检验。好，好，那我们做的文字修正通过。好，各位委员，我们针对审查结果做如下决议：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决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本次会议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如果有登记发言的不在场委员补提书面质询，我们一并列入记录，刊登通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今天的会议我们进行到这里为止，散会。